医院里，苏雨一个人躺在床上，吃着玉子优给自己剥开的橘子。嗯，这橘子味道真是不错。苏雨一边吃一边在玩手机。医院里到底还是没有自己家舒服，得想个办法赶紧回家去了。采血。忽然，一个身材火辣护士走了进来。看着走进来的护士，苏雨忽然眼前一亮。哦呼，想不到在这里又见到剧情关键人物了。嘿嘿，毕竟都市小说怎么能少得了俏护士呢？而此时在他眼前的这一位，正好就是主角的后宫之一。 名字叫柳如烟，像这种种马小说就很容易遇到主角的后宫，三部一小妾，五部一大妻，居然在这个医院里又遇到主角的后宫了、啊，好像是叫柳如烟吧？他们家好像挺有钱的，他本人好像也是个隐藏的修行者，记得好像是遇到瓶颈了，然后跑凡间来历练了。我记得剧情上应该是主角跑医院里来住院的时候勾搭上的吧？那段剧情真的就凸显两个字，风沙。怎么说呢？看那段剧情的时候，我一直都以为这就是本十八禁的书。 毕竟此女及其马叉虫。以前阅读此文的时候，我一度怀疑她是一本黄文，但说它不是，我开始不能理解。直到上架了删减版，我终于恍然大悟。对了，他好像最大的爱好就是劫富济贫，平日里就喜欢跑去当小偷，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秘密吧。您上传日记成功，获得奖励，大力丸三枚。苏雨，叮咚，叮咚。苏雨的日记刚刚更新完毕，玉子幽和柳如烟的手机便同时响了起来。哦，更新了。柳如烟说着。 先将采血的工具放在了一边，转手打开了手机，开始观看。片刻之后，柳如烟的头顶上就只剩下了三个问号。他抽空用眼角看了一眼苏雨：“好啊，原来你就是这么说我的。可以，你很行。”柳如烟的心头冒起了一股无名的火。这本日记，他本来也就是当做一个乐子来看的，没打算参与到里面去。谁能想到里面居然还写到了自己，而且还说自己马插虫，这让本打算置身事外的柳如烟可忍不了了。很明显，这本日记其他人绝对也是有的。 苏雨这么赤裸裸的写自己，其他人绝对也是可以看到的。不行，得想个办法让他把日记给删了。柳如烟此时已经气得七窍生烟了，但面容上却还很是和善。而另一边，在故意破坏了原本的剧情之后，楚梦瑶一个人晃晃悠悠的回到了公司。唉，叹息一声的楚梦瑶瘫坐在了自己的办公椅上。此时的她眼神之中充满了迷茫。她并不想要按照剧情去走，她想要彻底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是看着公司累累的负债，她真的感觉累了。 这些天来，他各方奔走，却没有人一个愿意出资来资助他们。眼看着公司即将破产清算，楚梦瑶的心中充满了悲凉。他不想要这个父亲一手创立起来的公司被破产清算，但是又没有一个可以拯救这个公司的人。难道自己真的要去求助叶晨？不，楚梦瑶本能的在抗拒这件事。但是除了叶晨，还有谁可以救下自己家的公司？苏雨，楚梦瑶想到了这个名字，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摇了摇头。苏雨应该是不会借给自己的。 楚梦瑶能直觉的感觉到自己缺少资金这件事，估计又是一个原本剧情的爽点，应该是要主角叶晨出来拯救自己的。那么，熟知剧情的苏雨应该就会极力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去找苏雨应该是行不通的，那么到底自己还能找谁？痛苦的楚梦瑶狠狠的抓起了自己的头发，压力大的她下意识的又想要去喝酒了，不过一想到刚才的遭遇，只好悻悻作罢。而这时，楚梦瑶面前的座机忽然响了起来，楚梦瑶随即拿起电话：“喂，你好。” 你的公司最近资金缺口很大、啊，你是谁？听到声音的楚梦瑶瞬间警惕了起来。有时间的话，找个地方来谈一谈吧，我对投资你们有点兴趣。”张如月笑着说道。投资？听到这话，楚梦瑶瞬间变来了精神。好，您说在那。楚梦瑶此刻的心情激动不已，真是久旱逢甘露啊！终于有人愿意投资自己了，不容易啊！如果不是正在打电话，楚梦瑶感觉自己差不多快要哭出来了。就今天中午吧。 来洛水集团下面的一家咖啡厅，到时候我给你发定位。洛水集团，听到这个名字的楚梦瑶长大了嘴巴，半天的没有出声。好好的，挂断电话，楚梦瑶的大脑短暂的宕机了。洛水集团是什么企业？这在江城乃至全国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啊！这个集团居然会看上自己家的小公司，这是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自己怕不是活在梦里吧？楚梦瑶想着，当即便开始收拾自己。今天第一次去见面。 可必须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才行。而就在楚梦瑶打算收拾收拾自己的时候，她的电话又一次的响了起来。楚梦瑶下意识的也接通了起来。“喂，楚小姐，你好，我们叶先生对您的公司很有兴趣，想要投资你们公司，请问您有时间可以见个面吗？”电话那头传来了声音。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接二连三的有人愿意投资自己了？楚梦瑶忍不住的掐了掐自己的脸，确认自己真的不是在做梦。好，那你们定个时间和地点吧。楚梦瑶说道：“那就今天中午吧。” 您来汇鸿写字楼十三层和我们的叶总详谈。等等，你们叶总叫什么啊？楚梦瑶下意识的多问了一句。哦，他叫叶晨，我们是一家新开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楚梦瑶直接挂断了电话。电话里瞬间只剩下了嘟嘟嘟的忙音。叶总，他把电话挂了。一旁听着的叶晨皱着眉头的问道：“真是个有趣的女人，不接受自己的投资，就这么要强吗？”我喜欢。叶晨看着窗边，邪魅的一笑。很快。 来到咖啡厅的楚梦瑶便看到了朝着自己招手的张如月，喝点什么？张如月看着楚梦瑶笑着问道。这就是女主？看着眼前的楚梦瑶，张如月开始仔细的打量起来。颜值还行吧，身材不如自己，她凭什么能当女主？张如月的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不过她心里也清楚，因为有个作者爹嘛。呃，拿铁吧。楚梦瑶随意的说道。你们公司似乎是搞房地产方面的吧？ 张如月开门见山的问道：“是的。”楚梦瑶点点头：“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在江城，他们家几乎包揽了近百分之四十的装修生意。但是，因为他父亲前一段时间的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吃紧，再加上一个副董忽然被刺，投资方忽然撤资，合伙人伙同财务账务造假，贪污大量资金，一系列的事情让公司已经到了破产清算的边缘。准确的说，是搞装修方面生意的。”楚梦瑶说道：“你们目前的资金链缺口有多少？”张如月问道：“两个亿。” 楚梦瑶试探的问道：“他也吃不准张如月到底是打算投他们，还是要怎么着？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张如月淡淡的一笑：“我给你五个亿，另外，我最近有一块地要开发，到时候的装修也可以交给你们。”一句话让楚梦瑶口中的咖啡差点喷出来，好在她的教养不错，强忍着将咖啡咽了下去，但还是被咖啡给呛了三两口。嗨嗨，可嗨嗨，您您认真的？楚梦瑶惊讶的看着张如月问道，她不明白这位素未蒙面的大佬。 为何要忽然帮助自己？五个亿，还有一块正在开发的地交给自己，这两拳下来，别说拯救公司了，直接能让公司赚得盆满钵满。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算计？不像啊！你看我像是有时间逗你玩的人吗？张如月嫣然一笑的问道。你为什么要帮我？楚梦瑶小心翼翼的问道。张如月闻言，淡淡的笑了笑，随后拿出一张苏雨的照片，伸出手指在照片上轻轻的点了点。瞬间，楚梦瑶便明白了一切。她早就猜想。 那本日记恐怕不是自己一个人有了，现在看来果然如此，而眼前的张如月恐怕就是日记里称呼的那个老女人了，这就是理由。楚梦瑶多少有些不能信服的问道：“当然不是。”张如月笑着说道：“她心里有什么图谋，也就只能是在她心里想一想了，决然不可能说出来。那”那好了，还是不要问那么多会对你比较好。”张如月笑着说道：“走吧，跟我上楼去签合同。”另外一边，正在医院给苏雨削苹果的玉子优忽然接收到了一条短信。 拿起手机扫了一眼，玉子优急忙走了出去。你好，玉子优，我知道你的秘密，我觉得我们可以联手，希望你能来和我谈一谈。叶晨，短暂的一句话让玉子优慌乱不已。这个叶晨到底想干什么？玉子优眉头紧皱。如果可以的话，他一点都不想和这个人扯上关系。没兴趣。玉子优反手打出三个字，但手指却在发送的界面上暂停了下来。想了想，他将“没兴趣”三个字删掉了。合作可以，见面就免了吧。 另一边，看到玉子优回信的叶辰邪魅一笑，不亏是自己看上的女人，有趣，真是有趣。他相信以自己的魅力拿下玉子优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而现在，他拿起了一个黄布旗，上书“妙手回春”几个大字，显然他是要去摆摊了。刚刚花了二十个亿，就算他是战神，但海外的资产转移进来可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中间亏损不少，所以他是得想办法在这边发展起来。而看病就是他想到的最佳办法。 拿起黄旗，在公园里找了个地方摆开了摊位。叶辰翘着二郎腿，俨然一副愿者上钩的模样。看个病多少钱？有人好奇的过来问了一句。十万。叶晨直接回答道。神经病。那人说着走开了。哦，路边都没有医师证的江湖郎中，敢一张口就要价十万？开玩笑呢。而叶晨丝毫不在乎，他可是修罗战神，药到病除。十万，那不过是个垫脚费，后续的治疗还得另付钱。你要是看不起，那就别看。 自己这可是生意，可不是什么治病救人。而那个走远的人忽然停下了脚步，回头拍了一张照片，写了一篇文章，要价十万的江湖郎中，真是绝绝子！卧槽，要价十万的江湖郎中，MB，他有医师证吗？别是非法行医吧？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啊！转发了，也当其他人看看这个大傻子。一顿操作下来，这人还恰好是个小有名气的大 V，这文章瞬间在朋友圈被转爆。 而正在吃苹果的苏雨也忽然收到了这条文章的推送，本来打算划拉过去的他，忽然看了一张叶晨戴着墨镜嘚瑟的站在路边的照片。苏雨当即，苏雨便点进文章开始看，快速的浏览完毕，苏雨差不多对里面讲的内容有了一个了解。嗯，想不到主角要居然这么快就要开始他下一个主场了，自己怕是不能在医院里待太久了。随即，苏雨打开了日记，想不到下一个主场这么快就开始了，干，我又不能在医院里躺着了，这次是经典的治病救人情节。 老俗套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待会就会有一个叫孙梦家的过来找叶晨了。这个孙梦家也是离谱，自己老子快死了，他就是再怎么病急乱投医，也不至于跑去随便路边找一个郎中吧？也是绝了，没办法，剧情就这样。唉，主角还通过这件事赚到了一大笔资金，真是玄幻。嗯，然后我的话，应该是通过手下的情报网知道了叶晨跑去给孙家家主看病的事情，然后对他心怀仇恨的我，带着一个老太斗中医也过去看病，然后也被主角打脸的故事。 嗯，老剧情了，我熟。等时机成熟了，我就过去。写完日记，苏雨开始趴着嗑瓜子了。中午，苏雨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睡觉，此时的他正睡得迷迷糊糊，而玉子优则是在客房里午睡，主仆两个人一起睡了。这是个 VIP 级的病房，里面就他一个人，而且还带着家属可以住的小房间。而半夜时分，柳如烟一个人悄悄的摸了进来，他的脚步很轻，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这一看就是练过的。而事实也是如此，他来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删掉苏雨日记里的内容，这个该死的苏雨居然在日记里那么说我，都不知道被多少人看见了，必须删掉。随即，柳如烟悄悄的摸上了苏雨的手机，使用指纹轻松开锁。嗯，让我找一找日记在哪里。很快，柳如烟便找到了一个日记 app，就是这个。打开。抱歉，您没有访问权限。啥？柳如烟看到弹出来的警告窗口，瞬间傻眼，自己居然还不能进行访问，离谱！忽然，客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糟了，来人了！啊！一边打着哈欠，玉子优一边从客房里出来了，看了一眼不远处睡着的苏雨，玉子优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是哪里不对劲，最终叹息一声的去了厕所里。呼，还好没有被发现。躲进苏雨被窝里的柳如烟听着玉子优重新回到床上的脚步声之后，缓缓的吐了一口气出来，还好，还好，差点暴露了。大姐，你早就暴露了，好吧？努力的在装作睡着样子的苏雨在内心大声的疾呼着。 此时的苏雨很难受，他一边要忍受着一个和自己紧密贴贴的女人，另一边还要努力的装作睡着的样子。话说你没事跑我被窝里来干啥？你是主角的收种机啊，你们这些女角色最近越来越奇怪了，拜托你们有点自觉好不好？再这样下去成何体统？可恶，居然不能修改！柳如烟看着自己眼前的警告界面，愤恨不已。大姐，你是偷着来吧？你怎么还不走唠起嗑了？苏雨此时的内心多少有点崩溃，他这个头发。 在自己鼻子上刷过来刷过去的，自己已经很想要打喷嚏了。这种忍着的感觉可是很难受的。算了，下一次再想办法吧。无可奈何的柳如烟只能暂且将苏雨的手机物归原主，并准备溜走。然而，他刚一起身的那一下，头发直接从苏雨的脸上刷过。苏雨再也忍不了了，阿嚏！一个猛烈的喷嚏打得苏雨身体都在颤抖，两条胳膊下意识的一个收缩，将本来要起来的柳如烟直接又搂回了自己的怀里。柳如烟，W W，啊、ah.！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柳如烟忍不住的惊叫一声出来，这一声直接让玉子幽睁开双目，转身便下床跑了出来。糟糕！听见玉子幽脚步声的苏雨心头一紧，不行，这是不能被发现。这样想着的苏雨一把将柳如烟死死的摁进了自己的被窝里，随后拿出自己的手机找到了下载的小电影，随便点开一个开始了播放。当玉子幽冲出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戴耳机在看小电影的苏雨。玉子幽生病了都不得消停一会，嗨嗨。 那个，你有耳机吗？借我一个。苏雨无所畏惧的看着玉子优问道：“玉子优，要不自己那个复仇计划还是提上日程吧？”啪的一声，玉子优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呸！自己这么关心他，想不到他原来是在干这事，满脑子都是黄色废料，没救了的纨绔子弟。等等，他好像前段时间楚南毕业失败，很窝火的，还在日记里说要拿自己下手。该不会？不，不行啊，不可以！想到这，玉子优心头一紧。 再没了困意，睡觉。他脸很烫，心神不宁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而另一边，关掉手机的苏雨低下头看向了被自己摁在被窝里的柳如烟。苏雨，柳如烟，场面气氛一度非常尴尬。晚晚上好，柳如烟小声的说道。玩尬的是不是？那个柳如烟想活动一下身体，但是他发现这个床不大，睡两个人就很难活动的开。最终还是苏雨率先打破了尴尬。行了，我睡觉了，你回去吧。苏雨的语气。 就像是在和一个已经认识了很久的人说话。哦、oh, 哦、oh，柳如烟急忙答应着。此时的她满脸通红，憋屈不已。今天晚上简直就是自己一生的耻辱。等自己回去了，就给自己洗脑，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这样想着的柳如烟悄悄的从床上溜了下来，然后逃走了。本来是想删掉日记里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丢死人了。走廊里，柳如烟掩面而逃。而另一边，纠结了很久的孙梦佳来到了公园里找叶晨。 按照日记上说的，自己似乎是接下来这段剧情非常重要的人物。和叛逆的楚梦瑶不同，孙梦佳倒是决定先按照正常的剧情流程走。她不打算故意破坏剧情，自己应该也就是个配角。过了这一关，也就没那么多操心的了。怀着这样想法的孙梦佳过来公园了。然而，她左找右找，愣是没有找到叶晨的位置。为此，他跑遍了整个公园都没有找到人。奇了八怪的，人呢？孙梦佳一头雾水。难道日记出错了？还是自己被营销号给坑了？ 不会吧？那个公众号自己关注了很久了，自己还是很信任的，没有问题。至于日记，那就更不可能出错了。那难道是自己的问题？可自己都把整个公园跑遍了。最终，孙梦佳只好回到照片上的位置，去问了问照片中叶晨旁边的小摊大叔：“叔叔，请问您旁边有没有一个摆摊的江湖郎中？”孙梦佳问道：“要价十万那个？对，哦，有的。两个小时前还有，可他没有医师证，属于违法行医，被人举报之后抓进去了。” 大叔头也不抬的说道：“孙梦佳，害得老娘白跑一趟，爱咋咋地吧。”随即，孙梦佳扭头就走。第二天，苏雨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在玩手机。刚刚，他得到了一个消息：楚梦瑶家的企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链问题。嗯，很好，看来又到了黑化过的自己表演的时候了。接下来的他就应该去见一趟楚梦瑶了。到时候，自己应该表现出一种你低熏宗、无限猖狂的感觉，尽显自己这个反派的卑鄙无耻下流。 以救助楚家的企业的由，要求楚梦瑶必须嫁给自己，而楚梦瑶则是坚决的拒绝了自己，并将自己赶了出去，顺便还让自己的秘书给公司门口贴上了“苏雨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然后自己看到这张告示，气得吐血三声，然后撂下各种狠话。嗯，大概的剧情就是这样。行，那我再玩一会手机就过去。这样想着的苏雨正打算继续玩手机的时候，陈淑云和苏良平忽然从外面走了进来。苏良平这种级别的诸侯，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跟着，这不。 两个人走进来的时候，后面跟着的队伍得有个几百人。苏侯，您怎么来也不打一声招呼啊？院长一脸谄媚的问道。我儿子病了，我这个做老子的过来看望，还需要经过你同意啊？苏良平不屑的说道。面对这个谄媚的院长，他实在是没有多少好感。我可不是那个意思，苏侯，我的意思是，您这来的突然，我们也没什么准备，唐突了点。行了，我就来看望一下，然后就走。苏良平说着，那院长很有自觉的退了出去。而看到苏良平和陈淑云过来。 玉子优也是很自觉的退到了一边，看着眼前这个严肃的中年人，苏雨的心理滋味多少有点复杂。以前轮回的时候，苏良平一直都很忙，甚至最后猝死在了工作岗位上。虽然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了，但他能与苏良平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想不到这一次居然能意外的在这时候见到苏良平。听说是个叫叶晨把你打伤了，苏良平面色不善的问道。身为一方诸侯，在自己的地盘上，自己儿子居然被人打伤了，这让他的脸面往那搁？不错，苏雨点头道。 不过，我打算自己解决这件事。听到儿子的话，苏良平原本打断动手的想法暂时放下了。也好，自己这个儿子以前被娇惯的厉害，现在他肯自己动手解决一些敌人，也是好事。那就让他锻炼一下吧，男孩子嘛，吃点亏就吃点。嗯，那也好。苏良平点了点头，随即父子两人之间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之中。毕竟苏良平在苏雨的成长过程中缺席了很多，成年之后也是见不到几次。 这就导致父子两个人就算是见面了，也无话可说。好在一旁的陈淑云见状，打破了尴尬。儿啊，我看医生的检查说你没啥事，差不多的话，你也就出院吧。哦，对了，我和你爸刚才商量了一下，要给你身边安排几个保镖，这次的事情可不能再发生了。陈淑云说道。安排保镖？面对这个安排，苏雨多少还有点突兀，以前可没有这个事。嗯，妈，没这个必要，我已经给我自己找了一个了。苏雨挠着头的说道。谁啊？ 陈淑云闻言问道：“那就是他。”苏雨说着，指了一下玉子优。我看到苏雨指向自己的玉子优一愣：“什么情况？怎么就是自己？”当时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我看他身手不凡，询问了一下之后，才知后他原来是来自于一个落魄的鼓舞家庭。索性就让他来以后当我的保镖了。苏雨大刺刺的说道：“他说的这些当然都是假话，纯属胡编乱造的。他纯粹是不想要一个自己根本不熟的人待在自己的身边。” 有一个张如月每天给自己老子汇报自己的情况，已经够离谱了。再来一个保镖，二十四小时的待在自己身边，把自己喜欢玩那个黄油都给汇报上去，那还是算了吧。况且玉子优在后面的剧情中，想要进一步的获取情况，就必须加大获取自己的信任。自己让他来当保镖，也刚好是推进剧情。嗯，完美。自己真是个天才。哦，苏良平疑惑的一声，随即看向了一旁的玉子优。苏良平的眼神看得玉子优发毛，那种一方诸侯身上的气势。 压得玉子优大气都不敢喘。哎，儿子，还是让你爸派人过来吧。陈淑云还是有些不放心的说道。哎呀，妈，这件事还是让我自己来解决吧，我不想老是让你们帮我。苏雨说道。话音刚落，忽然一个秘书闯了进来，在苏良平的耳边低语几句。苏良平闻言脸色一变，当即便说道：“行，我还有急事，你没事就好。至于保镖的事情，就由你自己做主吧。”说罢，苏良平便带着陈淑云离开了。 陈淑云虽然还想要说什么，但终究是嘱咐了苏雨几句之后，便跟着离开了。你这种事怎么能由孩子的性子去了呢？陈淑云抱怨道。行了，孩子大了，咱们也不能事事都管着。苏良平说罢，悄悄给自己的手下发了一条短信，让查一下这个玉子优的信息。行了，那你以后就来当我的保镖吧，给你加薪。苏雨对着玉子优说道。玉子优，你这个临时决定吧。玉子优说道。那有，我看那天你的身手不错，都能打伤叶辰。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苏雨说道：“呸，真能装！要不是你老子来，你怕是不会有这个想法吧？还有，那个叶晨明明就是你给干伤的，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还能说成是我的功劳？我是该说你大度呢，还是该说你真能演？”行了，开车吧，带我去楚梦瑶的公司。”苏雨坐起身来的说道。“是。”玉子悠答应着，出去开车了。很快，苏雨便坐上了去往楚梦瑶公司的车，同时打开自己的日记本，开始写日记。 又要去演坏人了，心情多少有点澎湃。接下来我应该以楚梦瑶的公司亏损为理由，提出要资助她，并要求她嫁给我，然后被她坚决拒绝。之后叶晨带着钱过来资助她，就这么简单。嗯，故事情节很简单，爽点很明显。话说演完这一出，最近关于楚梦瑶的戏份也就不多了，希望不要再出任何的幺蛾子了。阿门。写完日记，苏雨正好开车到了楚梦瑶的公司楼下。苏雨用手机照了照自己，嗯，不错。 有点人类高质量男性的感觉，待会上去得表现的凶恶一点，猖狂一点，欠揍一点。好，就这样上楼。随即，苏雨带着玉子优来到了楚梦瑶的办公室门口，深呼吸一口气，砰的一声，苏雨直接用脚开门。嗨嗨，苏雨清了清嗓子，大跨步的走了进去。楚<蠢>人呢？苏雨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面就一个秘书。哦，我们楚总上厕所去了，您在这稍等一会吧。秘书说道。苏雨，靠！ 老子酝酿了那么久的情绪，你又给我掉链子！没办法，苏雨只能先坐着等。而一旁的秘书此时却皱着眉头的看着苏雨，这人谁啊？这么没有礼貌的，真是粗鄙极了。而在厕所里的楚梦瑶正通过安装在办公室里的监控，在手机上看着自己办公室里的情况。嗯，又跑来演剧情了，那自己到底该怎么办？楚梦瑶多少有点犹豫。有了以前苏雨尬演的经历，自己就算胡来，苏雨也会强行将戏演下去的。嗯，算了。 反正自己先出去看看吧。这样想着的楚梦瑶回到了办公室，看到走进办公室的楚梦瑶，苏雨站起来，学着主角的邪魅一笑，站了起来，准备开始自己的表演。好帅！楚梦瑶呆了一下。洗过澡，并且稍微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苏雨，此时的颜值有点爆表。楚梦瑶感觉此时苏雨的颜值不适合演龙傲天小说的恶毒反派，而是适合霸道总裁系列的主角。楚梦瑶，听说你的公司遇到了资金问题？是啊，怎么？我倒是可以帮你，但却有一个条件。 苏雨说话的时候，伸手出去捏住了楚梦瑶的下巴，眼神直勾勾的盯着楚梦瑶。嗯，面对自己的非礼，你应该抽我一巴掌了。苏雨一边演一边在心里盘算着。然而，一旁默默不说话的玉子优此时却是看出了端倪。楚梦瑶这个小婊砸，怎么回事？看苏雨的眼神可有点不对劲啊。什么条件？楚梦瑶接着话茬继续问道，倒是没有什么要反抗的意思。苏雨，怎么又出差错了？这时候总不能自己抽自己一巴掌吧？不行。 戏还得继续往下演，自己不能自乱阵脚。只要大体的方向还可以，就继续。嫁给我。见状，楚梦瑶挣脱苏雨的手，摇了摇头：“不行，还好拒绝了。”看到拒绝的楚梦瑶，苏雨多少松了口气，还好没有像之前一样给自己搞事情。这小祖宗两次搞事情，可给自己搞害怕了。咱们之间还是缺少了解和感情基础。苏雨，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自己还有可能？你应该再拒绝的更加干脆一点啊！ 你这像是给机会一样的拒绝是怎么回事？了解？什么了解？苏雨邪魅一笑的问道：“我看上的女人还需要了解？”说罢，便看向了楚梦瑶：“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就帮你募集到十个亿。”这个数字是苏雨随口说的。说实话，身为一个废柴二代，他的人脉只能依靠自己老子，手里自己的资源根本没有多少。可说到底，身为一个不断被主角打脸的反派角色，自己手里有资源也没有表现的机会啊，那还不如没有。十个亿吗？楚梦瑶陷入了沉思。 看到陷入沉思的楚梦瑶，苏雨的内心在咆哮：“你在干什么呀？快拒绝我呀、啊！你可不是个拜金的女人，你可是个眼里只有主角，其他任何人都容不下的女人、啊。我这种反派的钱就是给你，你都不可以拿的。快，坚决的拒绝我呀、啊！”内心在咆哮，但是明面上的苏雨依旧是狂飙演技。如何？这可是个你根本就无法拒绝的条件。苏雨向前跨出一步，逼近楚梦瑶，不断的给她压迫感：“快快快拒绝我啊！不了，我其实只需要五个亿就可。” 你说什么？你居然敢拒绝我！苏雨瞬间变脸，怒目圆睁。楚梦瑶，你是不是得去看一下耳科了？我明明说的是只要五个亿就可以，不是我的意思是，够了，不用再说了。敢拒绝我的人，在江城，在吴楚，根本就不存在。嗯，自己这个发言够反派，够嚣张，够猖狂。哈哈。至于你的辩驳，抱歉，我就听见了开头的不了。至于你后面说的什么，我间歇性失聪了。你等着，拒绝我的投资。 我会让整个江城没有人敢投你，到时候你会跪着来求我的。苏雨说罢，邪魅一笑的转身离去。很好，自己给自己打十分。而看着离去的苏雨，楚梦瑶很是无语。好家伙，合着就拿自己当刷剧情的工具人是吧？就硬尬演？行，咱老逼灯握拳，大的可在后面呢，咱们走着瞧。楚梦瑶决定要给苏雨点颜色瞧瞧，不能让他再这么肆意妄为的将自己当做推进剧情的工具人。 而另一边，顺利完成自己表演的苏雨长出一口气的坐在了车上。嗯，看来自己已经熟练的掌握了在演员不配合的情况下，自己如何强行扭转剧情了、啊。这本小说没有自己果然是不行的、啊。哈哈哈哈！也不知道主角叶晨这会在干嘛呢？该是他出场表演的时候到了。英雄救美，抱得美人归，自己都能想象得到他那无限猖狂的样子。叶晨，要记住，是爸爸在你背后托起了你的主角之路。苏雨在心里说着。 正打算打开日记 app 写点自己此刻的心情，忽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苏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雄厚的男声：“喂，苏公子，抓到了一个叫叶晨的没有行医资格证就跑去行医的人。他们看那个人是您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办，想问一下您。苏宇”苏雨扑哧一声，正在前面开车的玉子悠直接笑了出来。叶晨没有行医资格证跑去行医被抓了，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身为小说中的医神。 居然会被这种事给绊倒，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而苏雨也是很无语，M b 你一个设定上狂拽酷炫的医神，居然会因为这种事被抓了？那你孙梦家的剧情也没触发是吧？逆子，你真是气死爹了！这次可别指望我会去捞你。喂，苏公子，你说话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用找我。苏雨说罢便直接挂断了电话。M D，叶晨，你是弱智吗？你 T M 居然因为没有行医资格证被抓了？你这绝对多少沾点。 M D，天下还能找出来第二个这么蠢的主角的吗？啊，气死偶了！哪家的反派要这个主角？快领走吧，我心好累，真想一棍子打死，重开算了。苏雨几乎是用愤怒在打字，而看到他写的这一篇日记的众多女主，此时已经笑裂开了。张如月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没有行医资格证被抓了，M D，这可真是绝绝子！什么事啊？您这么开心？一旁的秘书看到张如月的笑容，忍不住的问道：“哦，没事。” 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去医院。”张如月说罢，站起来了身，进去了自己办公室的卧室里，开始换衣服。嗯，就穿这条黑丝去吧。片刻之后，他出来了。“呃，您穿工作装去吗？”一旁的秘书忍不住的问道。“哪里有人去看望病人穿工作装的？”“没事，这个就挺好。”张如月回答道。回到医院的苏雨躺在床上，旁边是玉子优在给他剥橘子吃。此时的苏雨正在很认真的思考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主角还能要吗？就这种智商。 怕不是给脖子上套个膜都能给自己饿死，哎，心累，算了，继续推进自己的剧情吧。自己的任务是饰演好自己，主角爱咋滴咋滴吧。心累，管不了了。一个个的这次都怎么了，这么不配合剧情？而就在苏雨心情低落的时候，忽然门开了，张如月穿着黑丝配工作装进来了。嗯，你要来这个，那我可不困了。苏雨急忙从病床上坐了起来。领导，你咋来了？苏雨急忙问道。 同时，那双眼睛就盯着黑丝没放过。玉子优，注意嘴脸。少爷，怎么，我不能来啊？张如月微笑着问道。我还以为你就心里光想着工作呢。那领导正好有个事啊，我寻思着，我正好这把工作辞了吧。我这老是光吃不干活，最晚来，最早走，多少有点对不起公司。呀，你还能有这觉悟呢？那这说明你思想上开始上进了。那你就更不能走了。公司为了培养你，花费了多少财力物力啊，领导。 关键我这病要好，起码还得三个月。没事，这不最近公司改革呢，流行数字化办公，你就在这办公也挺好的。呃、嗯，那个啥，我觉得吧，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奋斗。子悠啊，明天就给我把出院手续办了吧。小样，和我斗！张如月的嘴角翘起，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行，看你没事我也就放心了。明天要是能出院的话，那你就明天过来上班吧。张如月笑着说道：“这老女人怎么回事？怎么就抓着自己不放了？” 明天有一单大生意要谈，记得早点过来。张如月说完，又和苏雨寒暄几句，便转身离开了。而此时，在苏良平的桌面上却被摆上了一份非常沉重的资料。苏良平的表情十分严肃，在他的面前是关于玉子优的资料，来自被灭掉的家族。看着玉子优的资料，苏良平喃喃自语：“一个被灭掉的家族的女人接近自己的儿子，很难说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猫腻。但自己的儿子却还是要保下这个女人，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故事？您看要不要？” 说话的人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不，不要打草惊蛇。既然是我儿子的决定，就让我看看他到底在下一盘什么棋。孩子大了，做家长的也不能都管。这样，你派遣一个绝世高手在暗中保护，飞到了生命垂危时刻，否则一概不得出手，知道吗？明白。嗯，下去吧。是。出院手续很快就办好了。苏雨此时正坐在车上回家，拿着手机的日记 APP，苏雨开始思考接下来的剧情。按照剧情的发展。 自己接下来就应该是绑架楚梦瑶，强行和自己结婚了。按照小说中的描述，自己这个反派对楚梦瑶那真的是老舔狗了。在多次被楚梦瑶拒绝之后，便想出了一个强行和楚梦瑶举行婚礼的办法：首先把楚梦瑶绑架过来，其次强行与楚梦瑶举行婚礼，最后强行与楚梦瑶发生关系。当然，按照剧情，这个计划在第二部的时候就会被打断，主角会直接过来结婚，然后直接当着自己的面抢走楚梦瑶。 老 N T 二了，写完日记，苏雨便关闭了 app。结婚这个剧情，自己是要等几天再启动的，因为按照剧情，叶晨此刻应该是在给孙家家主治病。虽然他实际上已经是在警察局里，但苏雨还是要按照时间线来，毕竟自己准备婚礼的用品也还是需要时间的。而其他看到日记的人可不淡定了。结婚，坐在办公室里的张如月看到这个剧情的时候，愣了半晌。她是实在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剧情里居然还有如此劲爆的内容。这婚礼。 可真是有趣，张如月喝了一杯咖啡，眼神之中充满了玩味。结婚，楚梦瑶看到日记的内容，忍不住的惊呼了出来。一旁的秘书听到声音之后，一脸震惊的看着他，眼神之中充满了一句话：“老板，这是怎么了？”等等，自己接下来的剧情是要去和苏雨完成一场婚礼，而且还首先要被苏雨绑架。绑架自己倒是不反对，可是结婚，自己多少还是个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少女啊！一上来就这么劲爆的合适吗？卧槽，接下来的剧情是这样。 回到家，看到日记内容的玉子优多少感觉有点离谱。结婚，然后被结婚这剧情是人类能想得出来的？天哪，难以想象自己如果跟着剧情走的话，将会做出多少弱智的行为。you，而这时苏雨忽然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个清单。玉子优，按照这张清单上的东西去给我操办一下，另外给我找找附近有没有什么教堂，包上一个月的。看了一眼苏雨递过来的清单，玉子优发现上面写的正好就是结婚所需要的各种东西。 看来就是为了接下来的剧情了。好，玉子优点头答应道：“嗯。”看到玉子优的答应，苏雨有点猝不及防。正常来说，这里的玉子优应该疑惑一下，然后自己告诉他这是为了去绑架楚梦瑶过来结婚的，然后玉子优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叶晨。于是，在自己结婚的那天，叶晨提前埋伏好了结婚自己。嘿嘿，这可是我为了和楚梦瑶的婚礼准备的，可要给我认真的办。嗯，放心吧，少爷。玉子优一脸单纯的答应道。 咋回事？这么不上道的！还有，你最近去给我踩点一下楚梦瑶上下班的时间，我要绑架她。行了，我已经尽到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剩下的就看你了。嗯，好的。要不我帮您现在就去把她绑架过来吧？玉子优单纯的问道。苏雨，你这工作态度很积极啊？不对，你给我的工作态度积极个毛啊！你赶紧想办法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叶辰才是正事。嗨嗨，不用不用，不可鲁莽行事，要谋定而后动。 楚梦瑶必须是我的，苏雨恶毒的说道。嗯，就算是这种时候，我也在尽职尽责的表演。这次轮回必须百分之一百的拿下。装你就装，玉子优心说自己这个少爷的确是够格拿奥斯卡。嗯，少爷，子优一定尽心尽力。玉子优说道。嗯，不错，表忠心是二五仔的标准技能了。好好干，未来可期。看着玉子优的样子，苏雨很是欣慰。终于，这群不靠谱的猪队友都起来了。 而一旁的玉子幽要是知道苏雨此刻的心中所想，他不是要直接吐血。自己也就是随口一答应，居然给他这么多的联想，还就那个离谱。嗯，好好干。苏雨说着回房间里去了。等到苏雨走后，玉子幽拿出手机便给叶晨发过去了短信。他知道这个消息是要由自己传给叶晨的，并且接此来推动接下来的剧情发展。苏雨要绑架楚梦瑶，强行与楚梦瑶结婚。巡捕局里，此时的叶晨正因为非法行医被拘留着。 他裹着一个棉袄，蜷缩在角落里。听见手机响声之后，缓缓地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嗯，瞬间叶晨来了精神，这可不能当做没看到啊！楚梦瑶要被绑架，去与苏雨结婚，等着我一定去救你！叶晨回头看向身后的墙壁，一瞬间，一种豪情不自觉涌了起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停。那是潇潇雨歇。叶晨，管他什么雨停雨歇，我叶晨的女人，我必须要去救她！眼前的这堵墙。 便是自己的阻碍。这样想着的叶晨猛地挥出一拳，直接将整个墙壁锤烂。墙壁被锤烂所发出的巨大声音，直接震惊了众人。所有人震惊的看着叶晨锤烂墙壁的，公然跑了出去。好在其中有一个反应比较快速的，拔出枪便想要冲过去抓人，结果却抓了个寂寞。而更明智的，则是直接抓起手机打了电话：“喂喂，是李队吗？有个人越狱了。”正在办案的李焕烟听到电话那头的言语，眉头止不住的皱了起来：“越狱？谁啊？” 谁还能在自己李焕英的手底下越狱？是不是叶晨？李焕英隐隐约约的有了一点预感。您怎么知道？没错，就是他。等着，我马上过来。李焕英说话之间，转身开始便冲了回去。回到现场，看着被一拳锤烂的墙壁，李焕英可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叶晨是个武者，但是没想到他居然敢如此肆意妄为，简直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像这种恶心的玩意，居然会是主角，MD，看着就来气。 李焕烟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手机上的一个日记 APP，多亏了这个 APP，让自己知道了很多东西。而且自己有这个 APP，那就说明自己恐怕也是这个小说中的重要一员。他曾经试着去和别人说日记 APP 的事情，结果自己的嗓子总会说不出话，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在阻止自己将这个东西说出去。马上组织人手调查，三个小时，马上给我找到这个叶辰的行踪！李焕烟怒斥地说道。手下的人看到李焕烟发怒，急忙散开下去做事。不过。 根据最新的日记来看，他应该是去找那个叫楚梦瑶的了。貌似这个叫楚梦瑶的，就是本书的女主角啊。坐在办公椅上，李焕英看着日记的内容在发呆。她没有见过楚梦瑶，但是从日记上看，她的戏份还挺多的，而且应该是女主角。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关于她的剧情是越来越多了。哼，有意思，真有意思。李焕英心里说着，站起了身。既然苏雨要绑架楚梦瑶结婚，而叶晨跑出去也应该就是为了这件事，那么…… 自己只要知道苏雨会在哪里举办婚礼，到时候以逸待劳也就可以。想到这，李焕英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整个事情一瞬间便豁然开朗了起来。自己只要守着苏雨，便可以抓到叶晨。随即，李焕英抓起电话给苏雨打了一个电话。正在玩黄油的苏雨看到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下意识的挂断了。但是看到对方又不断的打进来，便接通了。“喂，苏公子，您的叫叶晨的朋友越狱了。”李焕英笑着说道。他倒是很想看看苏雨要作何反应。不出意外。 苏雨正在玩游戏的手停了下来。越狱，M D 至永双全说的就是叶晨吧？自己还在担心他进去了怎么过来推进剧情，自己这个剧情恐怕还得推迟几天。没想到他自己跑出来了，看来玉子优已经将消息泄露给叶晨了。好，那自己也就可以抓紧机会继续推进剧情了。痛快，什么朋友不朋友的，我没有这个朋友。苏雨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太好了，叶晨越狱了，自己的剧情速度可以加快了。只要做完楚梦瑶的这一段剧情。 自己就可以休息好一段时间了，哈哈。随后，苏雨急忙给玉子优发了短信过去：“今晚就准备好结婚的一切，明天就跟我去抓人。”怎么这么快、啊？看到短信的玉子优嘀咕了一句。不过说来也是巧了，就在他嘀咕的时候，手机忽然给他推送了一条本地热点新闻：“十八岁男子无医师证被捕，被捕后强行越狱逃走，请看到的居民进行举报，奖励一万元到五万元不等。”这新闻的推送图片上还大刺刺的挂着叶晨的照片，这让玉子优直接满头问号。 什么鬼情况？叶晨越狱了，这消息到处都是槽点，让玉子优一时无处下口。算了，他爱咋滴咋滴吧，反正跟自己没有关系。自己造看出来这货多少沾点。算了，还是先去做少爷吩咐的任务吧。太好了，叶晨越狱了，我的剧情可以提前了。明天就不去和老女人谈生意了，结婚去喽！哈哈，忽然更新的一条日记，直接打乱了很多人的节奏。好家伙，越狱！ 看到这个消息的张如月忍不住多看了一遍这个消息，然后忍不住的爆笑出来。他这一声笑，直接惊动了他旁边的秘书。张总最近老是对着手机笑，莫不是铁树开花了？这个想法一出来，就仿佛是在赵兰的心里扎了根一样的蔓延不断。说起来的话，张总最近好像开始打扮自己，他以前头都懒得洗的，而且还莫名其妙的从网上买了不少的黑丝。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买这么多的黑丝干啥？最重要的一点是，最近经常准时上下班，开始规律的作息。 应该是在保养皮肤，我靠，真的是铁树开花了！赵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推断，但是这个想法又在她的心里越来越强烈。有意思，自己倒是要查一查，到底是那个男人居然能征服这个号称铁厨女的张董。赵兰心里的八卦之魂在熊熊燃烧，而并不知道自己秘书想法的张如月看着日记开始思索：这个叶晨是真的强啊，居然敢直接越狱！这场大戏真是越来越好看了。不行，自己可不能错过了这场大戏的现场直播呀、啊！ 而另一边的楚梦瑶在看到这条日记的时候，心里却是惊诧不已。好家伙，这么快啊！自己都还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啊！最近的剧情推进是不是有点快啊？楚梦瑶一边在心里嘀咕着，另一边跑出来的叶晨一个人落魄的站在路边。他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虽然自己并不想要拨通这个号码，但事已至此，他已别无选择。是您吗，战神？电话的另一头，一个激动的声音问道。是我，叶晨淡淡的说道。 语气之中充满了凉薄和淡漠。果然，别人就应该对自己有这种谄媚一样的恭维，这种感觉才是对的。拒绝，被捕获，这种狼狈怎么配得上自己修罗战神？给你三个小时，帮我调查一件事。叶晨说道：“什么事？您说，帮我调查一个叫苏雨的人，他明天早上要举行的婚礼是打算在哪里举办？”“是，您放心吧。”挂断电话，叶晨站在雨中，反手掏出一根香烟，给自己点上。哼，叶晨，纵然与天下为敌。 又有何惧？而叶辰丝毫没有注意到，在他的身后，一群人正一边用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一边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喂，是巡捕局吗？我们这里发现了越狱的犯人。喂，巡捕局吗？我可以提供视频，能不能给我奖励五万？喂，巡捕局吗？有线索。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在网上成为名人的叶晨，依旧是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着，丝毫不知道自己的行踪早就被路边的监控拍下来了。 坐在电脑前的李焕烟看着还在街道上悠哉悠哉的叶晨，露出了一丝微笑。李队，要不要现在就去抓他？有人问道。不急，和他耍耍。李焕烟说道。可是举报他的电话都已经快要打爆了，暂时先摁住，咱们放长线钓大鱼，将他和同伙一起抓捕。一句话，立刻让手下的人茅塞顿开。这人逃走，绝对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逃走的，肯定是有团伙一起作案。等找到他的团伙之后，再一网打尽，放为上策。然而。 机智的他们不会想到，其实现在不抓，仅仅是因为李焕英想要在苏雨的婚礼上的去抓叶晨。呃、嗯，队长，那咱们需不需要派人过去跟着他？手下的人问道。不用，李焕英摇了摇头的拒绝了。叶晨作为主角，好歹也是有一些实力的，自己如果派人过去被发现了的话，就不好了。而且这货连直接越狱的事情都干得出来，自己手下这帮普通人搞不好过去容易产生牺牲，到时候还是自己亲自去会比较好。 自己直接去苏雨举办婚礼的教堂去抓叶辰就行。说起来的话，这个苏雨到底是在哪里举办婚礼的？不行，自己的去想办法跟踪一下苏雨，知道地方。这样想着的李焕英急忙安排手下人去蹲点苏雨。手下，李队，咱们这不是在抓叶辰吗？蹲点苏雨是几个意思？按照我说的去做，保证抓住叶辰这条大鱼。李焕英懒得解释，手下的人虽然不太明白，但也只好去照着做。嗯，江城郊区圣菲尔德大教堂，少爷。 您看怎么样？玉子幽问道。他临危受命，调动了几百个人，大概花了三个多小时搞了个大概出来，预计让这些人今晚加个班，明天就行了。嗯，不错。苏雨看着眼前的布置，点了点头，表示很满意。按照剧情，自己就是办了一个西式婚礼，地点也就是在这个大教堂里面。对了，神父呢？你找的谁？苏雨问道。就找的这里的神父，给了他五万块钱，他就轻松加愉快的答应主持您的婚礼了。玉子幽说道。嗯，不错。 玉子优的办事能力真是从来没有让自己失望过，在成为主角的女人之前，就让自己好好使用吧。不错，现在跟我去蹲人吧。”苏雨说道。现在，玉子优看着外面黑的彻底的天，多少有点不明白苏雨这波迷惑操作。少爷，咱们是不是再等一会出发？”玉子优问道。他忙活了一晚上了，想睡觉，再不睡觉，明天皮肤铁定爆炸。不忙，再抗一抗，咱们现在就去蹲人，保证万无一失。”苏雨说道。他整个人现在都处于亢奋状态。 这是楚梦瑶的最后一个剧情了，完成了以后，楚梦瑶的剧情就算是阶段性完结了，自己也就可以歇一段时间了。今天就相当于星期五的下午啊，那是多么美好的存在！苏雨怎么可能不亢奋？看到苏雨都这么说了，玉子悠也就只有勉力为之。于是，玉子悠开着车带着去了楚梦瑶的公司，看了一眼手机，现在是凌晨三点，显然楚梦瑶距离过来起码还得四五个小时。车里有点闷，闲得无聊的苏雨，索性带着玉子悠去大树底打王者农药了。 但车上又没有凳子，只有一个塑料桶能坐，还被玉子优先占着了。MD，那有主人站着，仆人坐着的事情。玉子优，你起来，我要桶。桶。玉子优一愣，这这可是大庭广众。少爷，你口味这么重的吗？那个，能不能去车上？去车上干啥？这里坐着凉快啊。车上空调吹得我头疼。苏雨说道。可是，玉子优一委屈，眼泪都差点下来。行了，赶紧起来。哦。Oh. 玉子优刚一站起来，苏雨便一把将桶拽了过来，自己坐着了。玉子优，嗯，你这是什么人类迷惑行为？苏雨刚坐下，就看到了玉子优凸显自己身材的模样，奇怪的问道：“没事，我去车上休息一会。”玉子优说罢，双手掩面逃去了车上。咋回事？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怎么地？怎么忽然那么大胆的搔首弄姿了？苏雨感觉自己满头问号。算了，不管了，打自己的游戏吧。 而另一边的玉子优则是一个人在车上蜷缩在角落里好久，MD 羞死了，自己死了得了。一群人在那一直等啊等的，一直等到了早上八点，还是没有看到楚梦瑶过来，急得苏雨忍不住的拿出自己的日记开始吐槽：“卧槽，人呢？又给老子掉链子了，没用的东西，咋个回事？八点了还没来？上厕所掉马桶里了？能不能赶紧的？演完了我想要下班玩黄油去，催催催催什么催啊？看到日记更新的内容。” 楚梦瑶忍不住的怒斥道：“老娘这不是赶路着呢！”楚梦瑶说完，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车海，忍不住的怒捶方向盘。今天真是奇了怪了，东海路都能堵成这样，自己也想早点演完下班，好不好？忽然，楚梦瑶看到一旁的机动车道路上那风驰电掣的场景，当机立断的打开车门跑了出去。“楚总，你干什么？”和楚梦瑶一起堵车的秘书见状，忍不住的问道：“车你开回去吧，我还有急事，先走一步。”秘书：“楚总，我不会开车啊。” 可怜巴巴的秘书看着四周的车，又看着自己旁边的方向盘，是欲哭无泪。而这时，前面的车挪动了一点，瞬间后面的扯喇叭便摁了起来。秘书慌张的看着后面的车和自己前面的距离，不知所措。而冲下去的楚梦瑶直接冲到了机动车的路上，掏出自己的微信，随手拦住一辆小电驴：“姐妹，这车先给我用行不行？给你两万块钱。”“哎呀，我还要去上班呢。”“五万。”“行，扫码。”给了对方五万，楚梦瑶骑着小电驴一路狂奔。 终于在十分钟之后来到了公司的门口。楚梦瑶刚到公司门口，就看到了那一群站站在公司门口打瞌睡的大汉。没错，就是他们了。冲，少爷，少爷！玉子悠轻声的喊道。此时的苏雨正在车上枕着他的大腿小憩。嗯，别喊我。苏雨说话的，翻过个身子，开始继续睡了。玉子悠，干，你口水都流到我的腿上了呀喂！给我起来！玉子悠一把将苏雨推了起来。少爷，楚梦瑶过来了。玉子悠说道。 嗯，一听到“楚梦瑶”这个三个字，苏雨立刻来了精神，翻身下车一看，果然是楚梦瑶，而且是骑着个小电驴过来的。下手，苏雨对身边的众保镖说道。随即，一群保镖一拥而上，将楚梦瑶团团围,围,围住。嘿嘿，楚梦瑶，嗨嗨，苏雨嘿嘿一笑的说道。他想要笑的邪恶一点，结果刚睡起来，嘴里还半口的口水，这一嘿嘿给他呛着了。我说过，我苏雨看上的女人，绝对逃不掉，给我绑起来。 苏雨怒斥一声道：“闻言，楚梦瑶乖乖的将手伸了出去，同时内心在不断的吐槽：，嗯，知道了，知道了，别演的那么用力行吗？还有，下次要绑架我打个电话就行了。可怜你熬夜在这等，现在都一副没睡醒的模样。去哪？”楚梦瑶被绑完了以后，自己走过去问苏雨道：“干啥？这娘们这么主动是咋回事？她怎么一点都不慌啊？你慌一点啊！去和我结婚。”苏雨邪魅的一笑说道：“行，那走吧。” 楚梦瑶说罢，转身坐上了车。对了，婚纱有没有多准备几套？我想挑一挑。楚梦瑶说道。苏雨，卧槽，现在是我劫持你去结婚啊？你还挑上了，咋回事？没有。苏雨直接拒绝道。真小气，结婚婚纱都不多准备几条。楚梦瑶撇撇嘴的说道。苏雨，秃草名草，你有没有一点被绑架人的自觉？能不能拿出点恐慌的情绪来？这车不错呀，有吃的没有？我饿了。 早晨出来的时候没有吃饭，楚梦瑶大刺刺的往后面一坐，伸手便问苏雨要道：“你 T M 的还吃上了？咱俩到底是谁绑架谁？你能不能表演的到位一点？你 T M 八点了都还没有来公司，现在你和我说你没吃早饭，我请你吃你最爱吃的大嘴巴子怎么样？”苏雨强压自己内心的怒火，从车上的冰箱里给拿了一点吃的，给你。苏雨给递了一点零食过去，你喂我吃吧。楚梦瑶说罢，啊的张开了嘴。你不要太过分了！苏雨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这婆娘从上车以来就一点都不带客气的，一点被绑架的自觉都没有。就你这种业务水平，还想要吃饭？未开封的奥利给要不要？可我的手被绑住了吗？不然我怎么吃？楚梦瑶耸了耸绑,绑在自己身上的绳子，说道：“难道你不喜欢我了吗？”楚梦瑶用非常软糯的声音问道，这声音之中还带着不少的委屈，让人一听心就软。不过苏雨听见之后却是差点脑溢血去世。靠，忘记了自己还有楚梦瑶的舔狗这么个人设了。 太着急这完结剧情了，有些事都给忘记了。冷静，冷静，冷静一下，让自己先回忆一下自己的人设。楚梦瑶的舔狗因爱生恨，变得黑化，现在因为变态的欲望要劫持楚梦瑶过去强行结婚，嗯，这就是自己的人设。所以对于他的一些要求，自己能满足的话，还是要尽量满足。好，就让我来服侍您用膳。苏雨一脸假笑的说道。啊！见状，楚梦瑶直接张开了嘴，苏雨于是给塞了一块蛋糕进去。M D。 自从来了这个世界里，自己是锦衣玉食，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伺候人的活？一边心里咒骂着苏雨，一边给楚梦瑶的嘴里塞着食物。我饱了，给我点水喝。是，苏雨答应着，给拿了一瓶水过来。吨吨吨吨吨，楚梦瑶将水一饮而尽。姑奶奶，这下总可以调停了吧？把我手机拿出来，给我王者上点分。楚梦瑶说道：“你是不是应该对你现在的处境有点清醒的认识啊？”啊，嗯。苏雨说话的时候，伸出手去，死死的捏住了楚梦瑶两面的脸颊。 嗯，疼！楚梦瑶忍不住的喊道。苏雨给他两个脸都捏红了。少爷到了，玉子悠过来说道：“行，带他下去换衣服。”苏雨说罢，转身下了车。身为这场戏的反派，他自然也要打扮的人模狗样的，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苏雨率先一步进入了教堂里。然而，苏雨却发现教堂里居然多了两个人。要知道，这种劫掠人家姑娘过来结的婚，自然不可能有什么观众。但是现在，教堂里赫然坐着几个人。看到这几个人的时候， 苏雨直接吓了一跳，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苏雨一脸懵的问道。在他的眼前有张如月和柳如烟，大姐，你们两个是怎么进来的？我不是安排过保镖说谁都不能放进来的吗？当然是走进来的啊！苏雨，你说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都不和我一声？不想收我这份份子钱？张如月似笑非笑的看着苏雨问道。不，当然不是。苏雨挤出了一点笑容的说道。看着苏雨那比哭还难看的笑，张如月忍不住的笑出了声。其实。 他只是花了十万块钱贿赂了一下门口的保安，就溜进来了。至于柳如烟，她是比古武者还要厉害的修行者，也就是修仙体系。没错，这本烂书直接从一开始就上了修仙体系。而柳如烟正是初期出现的一位修仙者，对他来说，想要前进这里根本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不等苏雨还继续在说什么，整个教堂内的灯忽然一暗，几盏灯光照射下来，一个穿着洁白婚纱的楚梦瑶缓步的走上了台来。看到缓步走上来的楚梦瑶。 苏雨急忙转身过去，准备开始自己的表演。至于台下那两位，待会再去管吧。当然，场下的观众看着是两个，其实是三个，因为还有一个远在海外的暗黑掉了苏雨婚礼现场的摄像头在远程观看。而柳如烟则是兴奋的拿出了手机，开始录制。唉，想不到自己人生第一次穿婚纱，居然是会是以这样的方式。楚梦瑶的心情复杂，很快她便被人拖着来到了苏雨的面前。开始了，开始了，要开始自己的表演了。见状。 苏雨急忙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而在一旁，神父已经装模作样的拿出了一本书开始表演，在一大堆的废话之后，终于来到了真题。那么，苏雨先生，您愿意娶楚梦瑶小姐为妻吗？神父问道。我愿意。苏雨点了点头的回答道。那么，楚小姐，你愿意嫁给苏雨先生吗？神父问道。我。楚梦瑶犹豫了一下，第一次面对这种场面，她心里多少有点紧张。然而，这落在苏雨的眼里却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嗯。 这孩子心里肯定还是有主角的，你看这回答的时候都犹豫了。就你之前绑架时候配合的样子，自己真害怕你这时候给一口答应了。于是苏雨给了旁边的玉子优一个眼神，玉子优心领神会，拿出手机用合成的楚梦瑶的声音做了回答：“我愿意。”楚梦瑶，啥情况？我说话了咩？楚梦瑶一脸懵。为了剧情，你就忍耐一会吧。玉子优给了楚梦瑶一个眼神，我不同意。忽然，只听见一声怒斥。 叶晨愤怒的站在门口，而苏雨听见这声音的时候，满眼放光，来了，来了，他来了，是他，是他，就是他，主角叶晨来了，不偏不倚，不紧不慢，来的时机可谓是刚刚好啊！是谁？苏雨愤怒的质问道。是我，叶晨。叶晨快步的走到了苏雨的面前，指着苏雨说道：“我不同意你们的婚礼。”见状，玉子优给了神父一个眼神。昨天晚上刚刚用玉子优给的钱去学过外语的神父见状，转身就溜，头都不回。 待会继续去学学外语，老子最看不起的就是强迫女人的人。叶晨说话之间跳上了舞台，双目骄傲的看着苏雨：“是是是，您最看不起了。快，赶紧打我，给我干躺下，然后你就带着这婆娘走吧。保安，把他给我赶走。今天是我和楚梦瑶的婚礼，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敢过来打扰？现在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我或许可以考虑饶你一命。”苏雨熟练的说出了自己早就背的滚瓜烂熟的台词，这台词里动不动就让人跪下，也是一大特色。 哼，叶辰冷哼一声，大刺刺的站在哪里？保安，保安人呢？苏雨喊道：“别喊了，你的保安都被我清理了。”叶晨冷笑着说道：“什么？”苏雨大吃一惊，但内心毫无波澜。现在该你了，叶晨冷笑一声，上前一步跪下：“我饶你不死。”叶晨的眼神很冷，头高高的昂起，让两个眼睛长在额头上，用鼻孔代替眼睛的功能，但鼻孔只能看平面，所以他视野受阻了。哼，你敢得罪苏家？ 无处无你立足之地，苏雨恶狠狠地说道：“苏家算什么东西？得罪了我叶辰都得死。<You> ”哟，他把自己当谁啊？一旁的楚梦瑶听见就感觉想吐，她发现自己现在是越来越讨厌这个暴力、自大、自恋的家伙了。他为什么会是主角啊？自己把他直接干死，能不能直接让世界太平？楚梦瑶的小奶智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玉子幽上，苏雨说罢，已经打算脚底抹油开溜了。按照这一段的剧情。 自己让玉子幽动手，结果玉子幽落败，自己逃走。当然，这落败的结果是早就暗中勾连的两个人做的样子。之后就找了个地方互相交流感情去了。嗯，等会从这个教堂里溜走，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事情了。完美的计划。是。答应一声，玉子幽便站在了苏雨的面前。看到玉子幽站在自己的面前，叶晨冷笑不已，居然用玉子幽来对付自己。这个苏雨就是逊。走开吧，我不打女人。叶晨高傲的昂起头说道。 他试图用自己身上的王霸之气来震慑对方，就算对方是自己的人，他也要不允许对方敢对自己有所僭越，是吗？玉子幽的眉头挑了挑，他本来心里还有点嘀咕，以自己现在的实力，还是不一定打得过叶晨啊。但是听到叶晨的话之后，他就决定自己还非得试试叶晨有几斤几两。啪的一声，是玉子幽给了的叶晨一个巴掌。可是我打男人啊！玉子幽说着，啪的一声，又是一个巴掌。嗯，不错不错，两个巴掌分别落在两个脸颊上。 很对称吗？这两个人为了演戏也真是下了血本了呀！苏雨忙里偷闲，默默的掏出了手机，写了点赞扬玉子优的日记。毕竟最近玉子优的表现实在是不错，自己必须给记上一功。不错，加油，玉子优，表演的很卖力，很不错，比某些摸鱼不好好配合剧情的顽固分子强多了。我觉得你以后前途无量，以后在主角的后宫里必有一你席之地，说不定还能考虑和楚梦瑶这种女主碰一碰。加油！而玉子优连扇两下的叶辰直接被扇懵了。 嗯，正常来说，这时候他不是应该已经被自己的王霸之气所镇压吗？他怎么还敢还手的呀？他怎么敢的呀？叶辰的神情由错愕变成惊讶，再由惊讶变为愤怒，眼看着就要动手，而机智的玉子优早就在叶辰要动手之前，拉着苏雨转身就溜了。站住！叶辰怒斥一声，纵身一个一跃，便站在了苏雨的面前惊天。今天你们两个都得死！叶辰的脸色很可怕，这明显是那种被激怒之后才会有的模样。 一旁的柳如烟悄悄地摸出了自己藏在袖筒里的匕首，如果叶晨敢乱来的话，她打算动手。而张如月也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打电话叫人来。扑街仔，快回去继续演你的戏份啊，这里没你的事了。苏雨说罢，一脚踹在叶晨的肚子上，这一脚直接给叶晨踹飞出去，落在了楚梦瑶的面前。看到落在了楚梦瑶面前的叶晨，苏雨暗自忖度：呼，自己这苍龙诀大圆满，外加金钟罩十九层，有点强啊。此时的苏雨倒也不害怕自己这么做。 会影响剧情，反正自己该表演的已经表演完了，剩下的剧情出问题和自己又没有关系，不影响自己的剧本完成，其他人爱咋咋的吧。而看到叶晨居然直接被踹飞出去，张如月、柳如烟、楚梦瑶等人均看向了苏雨，这小子居然隐藏的这么深。张如月有些吃惊，难道他也会鼓舞？不好，暴露了，得想个办法。看到众人的目光，苏雨的心头一紧，随即转头看向了玉子幽，说道：“打得好啊，回去了一定要记你一功。”玉子幽。 又成我干的了！您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反正我是服气的。一旁的楚梦瑶倒是很淡定，苏雨这强行演戏的本事，他早有领会。嗨嗨，被踹飞出去的叶晨咳嗽两声，直接咳出了一大口的血。刚才那一脚给他踹的可不轻啊！他现在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的内脏好像都搅和到一块去了。不行，自己必须马上疗伤。这个苏雨太让他吃惊了，他怎么会这么强？不过越是强的人，才会越是激励自己成长。苏雨，你等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怪不得玉子幽会公然和自己翻脸，肯定是知道了苏雨的实力。刚才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冲动。可恶啊！自己居然没有看懂他的意思，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可恶！叶辰此时对玉子幽没有了任何的悔恨，反而是感激。在他看来，玉子幽绝绝对对的是自己人。毕竟他接近苏雨是为了报仇，怎么可能是对方的人？忽然，门口又传来一道声音：“叶晨！”忽然。 只听见一声怒斥，只见李焕烟从外面走了进来。众人，您又是哪位？原本紧张刺激的情节，伴随着李焕烟的到来而被戛然而止。公然越狱，你被逮捕了。李焕烟说罢，走上前去给叶晨考上特殊的手铐。被考上手铐的叶晨只觉得自己浑身的真气都被封印。跟我们走吧。李焕烟冷冷的说罢，便要拽着叶晨离开了。等等！看到叶晨就要被带走，苏雨急了。这半路杀出的又是哪门子的陈咬金？不行！ 你们不能带他走，苏雨一急就说错了话。众人，咋回事？这人怎么还给叶晨说上话了？我我的意思是，完了，这可咋整啊？苏雨看了一眼周围，大家都在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自己。但这里人太多了，自己可没法用尬言掩盖过去啊。呃，你们有授权吗？闻言，李焕烟拿出授权。啊、呃，苏雨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他发现李焕烟正饶有趣味的看着自己。 这是越狱的重刑犯，如果你有什么异议的话，可以帮他请律师，但这里绝对不是说话的地方。带走！李焕英说罢，雷厉风行的转身带人离开。苏雨，累了，毁灭吧，赶紧跌。昨天，我是一名公然越狱的囚犯已被抓获，巡捕根据他所留下的线索，在教堂找到了他。电视上一条大刺刺的新闻正在播报，而苏雨则是一边吃着玉子优给自己包好的橙子，一边在看这条新闻。完了，这下主角不知道得进去多久，自己的剧情可怎么办？ 不过，距离自己接下来的剧情貌似还有很远，主角爱咋咋地吧，反正等自己需要的时候再捞他出来吧。而在一个苏雨所不知道的地方，一个名为“女主群”的微信群聊已经被拉起来了，里面的成员有玉子悠、张如月、楚梦瑶,瑶、柳如烟，群主是张如月。玉子悠一边给苏雨包橙子，一边在看群聊。张如月，姐妹们，相信大家看名字就知道创建这个群的目的了，所以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需要帮助，都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大家畅所欲言。对了，麻烦大家自觉将自己的群名称改为真实名称。捂着嘴笑，楚梦瑶，大家好啊，我叫楚梦瑶。柳如烟，我知道你，你就是昨天那个在台上结婚的楚梦瑶。没错。微笑，谁能想象我人生第一次穿婚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柳如烟，我认为叶晨要负全责。张如月，昨天那个婚纱做点似乎有点不合身啊。柳如烟。 苏雨这家伙铁定老直男了，婚纱都不知道多准备几套拿来选。玉子优是少爷前天晚上安排我办的这件事，所以这婚纱是我去定做的，没有时间多做几套，真是抱歉。微笑，柳如烟，张如月，@玉子优，苏雨现在在干嘛？带他来公司上班。玉子优，好的。玉子优发起了语音通话，张如月加入语音聊天，柳如烟加入了语音聊天，楚梦瑶加入了语音聊天。玉子优随即将语音调到了最小。 然后看向苏雨说道：“少爷，您到了上班时间了吧？”“不去。”苏雨干脆利落的拒绝了。自己好不容易可以有一个阶段性的大长假，你和我说去上班，打死也不去。说啥都要在家里多宅一会再说。呃，您确定不去吗？”玉子幽弱弱的问道。此时在电话另一头，三个人凝神屏气的听着呢。尤其是张如月，去干嘛？去见那个老女人？天天摆着张臭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的，整得跟谁欠她二五八万似的。最近还老是压榨我。 感觉他铁定是更年期提前了。苏雨说罢，拿起瓜子开始嗑。张如月微笑，下一刻，苏雨的手机便响了起来。苏雨拿起来一看，发现是张如月的电话。老女人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给自己打电话？喂，赶紧来公司一趟。张如月的话语不悲不喜，听不出来一点的感情。卧槽，老女人这是什么语气？她以前都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话。那个，我头疼，来不了。苏雨随意的找借口推辞道。哦，是吗？ 张如月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坏了，总感觉要出大事。苏雨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叮咚，苏雨的微信响了一下。苏雨拿起来一看，发现是张如月给自己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苏雨点开一看，发现这不就是自己昨天在教堂的视频？而且张如月发给自己的还是剪辑版的视频，就播放到神父主持自己和楚梦瑶的婚礼哪里。张如月，要小心身体哦。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但也要注意身体哦。微笑，苏雨，这老女人想干嘛？ 苏雨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昨天就应该想办法把他们统统都赶出去的，这一下可麻烦大了。苏雨颤抖的拿着手机，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这视频要是传播出去了，苏雨都能想到这得在整个江城，不，甚至整个吴楚之地引起多大的地震。当然，最恐怖的是自己的爹苏良平要是当真了，苏雨都不敢想象那个画面。虽然苏良平和陈淑云平时很忙，管不了他，虽然他和父母的接触很少。 但父母这几年对他的催婚正在肉眼可见的增长啊！就算自己的爹知道这个视频是假的，苏雨怀疑他很可能就给自己假戏真做了，也说不定。到时候完了，这本书可没有牛头人情节啊！毕竟那个作者敢在这种书里加牛头人，估计是嫌风头草长得不够茂盛。张总，我忽然感觉头不疼了，我马上就来公司。发完消息，苏雨对着身边的玉子优说道：“快带我去公司一趟。”好家伙，张总都干了什么？玉子优随即默默的开车带着苏雨来到了公司。 一到公司，苏雨便迅速地冲进了张如月的办公室里。张总，有些话您可不能随便乱说，有些东西可万万不能传播出去。这个道理您是懂的吧？苏雨面色不善地说道。闻言，张如月将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你自己删吧。”嗯，老女人怎么忽然这么配合？看着老女人递过来的手机，苏雨有点错愕。他还以为对方会借助这个东西来要挟自己什么，毕竟他现在应该是主角的人了，处于主角的利益。 用这个来要挟自己做点什么有利于主角的事情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对方居然直接就给自己了。不对，小说里老女人可是很会算计的女强人，不然的话也不能给叶辰打理那么大的一个商业帝国。他如此轻易的给自己手机，怕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说不定他早就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备份。愣着干什么？你不删？张如月问道。怎么，害怕我在哪里还有什么备份啊？放心吧，我张如月可不是那种喜欢用这种手段的人。 张如月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说道：“我要控制一个人，有的是办法，没必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倒也是，印象中老女人每次出手都会让对手无话可说，下三滥的手段她也不是不会用，但对于她来说，用这种东西来牵制别人的办法还真没见过她用。行吧，那自己就相信老女人一次。这样想着的苏雨随即删除了手机里的视频。行了，以后准点来上班，不准再迟到早退了。”张如月说道。“就这个？”苏雨错愕的问道。 不然呢？张如月问道。啊，自己还以为这个精于算计的女人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条件，没想到就这么简单。好，去收拾收拾，待会跟我去电影院谈生意。苏雨，哪位商人是在电影院里谈的生意？我怎么感觉老女人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啊？苏雨在心底嘀咕着。不过，先跟过去看看老女人到底是什么想法。很快，两个人来到了电影院。看这个吧，苏雨指着《报仇者联盟二》说道。不，不看。 张如月摇了摇头的说道：“看这个。”张如月指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电影说道：“苏雨，不对劲，老女人这个情况很不对劲。”苏雨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味道，老女人这是铁树开花了，居然会来看这种电影。印象中她与男人只有一地的差别，居然会来看这种电影，莫非来谈判的那个商人是他的朱丽叶？卧槽，这有意思啊！苏雨的八卦之魂在熊熊燃烧，自己最喜欢吃老女人瓜了。好吧，那就看这个。进了播放厅。 苏雨一边拿出自己的手机，一边激动在日记上记录下了自己此刻的心情。老女人今天带我来电影院和合作伙伴谈生意，还专门看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不简单。这件事一点都不简单，和老女人合作的这个伙伴绝对有问题。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我有理由怀疑老女人不怀好意，这个瓜我吃定了。耶稣也拦不住。我说的。苏雨的日记刚写完，女主群里就直接开始爆炸。玉子优，你给少爷喊去公司，就是去干这个了。柳如烟。 什么合作？需要在电影院谈几个亿的大单啊？楚梦瑶，看电影，我以前去谈生意都是去酒店啊。早就将手机关成静音的张如月自然是不会知道群里的聊天内容。此时的他正在津津有味的看着电影，而一旁的苏雨左看右看，发现整个放映厅里就自己和张如月两个人。合作伙伴呢？说好的来谈合作呢？自己到手的瓜劈不开是吧？这让苏雨坐在一旁很是郁闷。而电影此时已经步入了高潮，张如月哭得稀里哗啦的。 卧槽，老女人落泪了，鳄鱼泪，赶紧拍下来。苏雨忙的拿出手机，悄悄的拍了老女人一张照片，这可是真典藏版老女人落泪照，就这照片起码五百万起步，还是有价无市的。你拍什么呢？张如月得了脸色一变，质问道：“没什么，我看这个电影院的结构不错，拍下来回去也照着模样在我家建一个。”苏雨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搪塞道：“放屁，你是不是拍我丑照了？”张如月的面色不善，看着像是要杀人灭口的样子。 没有，怎么会呢？真没有，真的，我对天发誓。反正这是电影院，老天爷你在外头呢，这隔音效果好，你就当没听见哦。那你把手机给我看看。”张如月说道。“张总，这属于个人隐私，你无权查看。我认为我的个人荣誉权受到了侵犯，我要求查看你的手机。”苏雨，我不。”苏雨坚定的拒绝道。“拒绝。”张如月的眉头挑了挑，“拒绝就已经是回答了。”随即，张如月伸手去抢。 苏雨也急忙躲闪，两个人一个没注意，跌在了地上。张如月正好砸在了苏雨的身上。把手机给我！张如月恶狠狠的说道。不给！苏雨像是护自己的命根子一样的，牢牢的护住了自己手里的手机。不行，这个手机要是交出去的话，自己的浏览器记录可还没有删干净。宁可承认人是自己杀的，也绝对不能让任何其他人看到自己的浏览器记录。快给我！两个人随即在狭小的空间里缠斗了起来。监控室内。 一个监控人员看着监控内容直摇头，现在的年轻人啊，玩的可真开放。行了，监控给你们关了吧，老了不看这些了。半个小时后，张如月披头散发的从里面走了出来，就是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黑丝都给撕烂了。而苏雨倒是人模狗样的从里面走出来了。看张如月的时候，一旁的服务小姐姐直摇头，这男人打女人真不是个东西。但是等苏雨走过去之后，他们看到了苏雨脊背上已经稀烂的衣服和被抓花了后背。 看来是一场恶战啊！坐上车，苏雨忍不住的反问了：“你不是说来谈生意吗？结果就是来和我干架了。”先把你手机给我，不给！一时间，汽车内的气氛又是剑拔弩张。不过，张如月倒是先泄气了：“算了，以后再想办法吧。本想来好好的看个电影，居然的给自己整这种事出来，烦内。”他不来了，微信上和我说同意合作了。张如月随口的说道：“这当然是骗苏雨的啊，谁啊？合作伙伴啊？” 那自己这跑过来为了个啥？和老女人干一架？嗯，张如月点了点头，说道：“叶晨最近进去了，王希文无主可依，就暂时投靠我了。”张如月说道：“他这句话倒是真的，不过他已经昨天在办公室见过王希文了。”闻言，苏雨忍不住的思索起来。说起来，最近的剧情脱线的有点离谱啊，像叶晨被抓这种事，居然都能发生，多少与以前的差别有点大。幸好该自己表演的自己都没有脱节，反正只要自己能回去。 其他角色爱咋折腾就咋折腾去吧，自己管不着。不过话说回来，叶辰居然被抓进去了，而他这次进去可就不会是普通的拘留啥的了，铁定得入刑了。而他暂时建立起来的势力，自然也就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大哥。张如月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况且按照剧情，他之后就是叶辰的后宫之一。王希文投靠他以后，也肯定是还是叶辰的手下，没啥差别。目前的剧情恐怕是要停滞一段时间了，也正好。 自己趁着这个时间好好想一想接下来的剧情怎么办。进去，一声怒斥，一大哥将的叶晨推进了一间牢房里。武者罪犯管理房间十三，这里是一所非常特殊的监牢，整个华夏也就这么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关押古舞者犯罪的。叶晨的手上脚上都带着特殊的枷锁，这种枷锁可以封印他身体里的真气，所以现在的他和普通人没啥区别。看到叶晨进来，房间里一群人都抬起了头，其中一个最壮实的。 一脸和善的看着新来的叶晨，而叶晨的脸上冷峻，眼神之中带着轻蔑。眼前这些人的实力最多不过武者化境，自己可是修炼者，要捏死他们就跟捏死一个蚂蚁一样简单。片刻之后，所有人都围了过来，看着新来的叶晨。新来的，过来给我磕三个响头。为首的老大冷冷的说道：“哼，你算什么东西？”叶晨冷哼一声说道：“看来你真是不太清楚自己目前的状况啊，兄弟们，动手！你们就算是一起上，我叶某何惧？” 哎呦，打都给我狠狠的打！这个新来的这么嚣张，多给他几拳。还以为自己是在外头的时候呢，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十分钟后，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叶辰哭着蜷缩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现在感觉很委屈。这要是在外面，自己真的是随便杀这些人的，还能让他们给揍了。等自己出去了，绝对要给他们全杀了。惹了自己叶辰的人都得死。啪的一声响，有人过来给了叶晨一巴掌。小子，你这是什么眼神？不服气是不是？哥几个。 他好像还不服气啊！不服，那继续，来来来，都继续，都继续！不，不要啊！叶晨惊恐的说道。又是十分钟之后，叶晨一个人垂头丧气的钻进了自己被窝里睡觉。次日，放风时间，叶晨一个人蹲在角落里，没人理他。这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的大哥走了过来：“小兄弟，受欺负了？”这大哥一脸的和善，看着像是很好相处。没有，叶晨冷哼一声说：“他，叶晨。” 修罗战神，什么时候认输过？哈哈，好，有气魄。我们正在玩好玩的，你要不要过去一起？我看你还没有融入这个地方，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好玩的呀。我可以给你介绍很多朋友。这大哥诱导的说道。也好，先融入这里，等时机合适，自己再出手，震惊所有人。好，叶辰点了点头。那走吧，我的很大，你忍一下。大哥一边说着，另外一边，柳家柳天一正在招待一位客人，在他的面前。 是一个拿着皮鞭、穿得板正的女人。这女人叫罗莎，别看名字起得很秀气，实际上这可是个极其暴力的女人。因为她乃是鼓舞者协会的会长，而鼓舞者监牢自然也归她管理。柳天一过来见她，就是想求她把叶晨给放了，因为叶晨是下一任柳家的家主。就在几天前，叶晨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去找一个叫楚梦瑶的女人，随即他便与叶晨取得了联系。但没过多久，他就听说叶晨进了鼓舞者监狱。叶晨是谁？ 那可是他们柳家的下一任家主啊，怎么能进那种地方去？自然是要想尽各种办法营救。罗姐，柳天一一边给罗莎倒酒，一边亲切地说道：“那叶辰是我们柳家未来的家主，也是我柳天一的救命恩人，希望您能高抬贵手。”柳天一说话之间，悄悄地拿了一个盒子出来，这里面有三枚六品驻颜丹。说罢，柳天一便开始观察罗莎的反应。叶辰听到这个名字之后，罗莎露出了一丝耐人寻味的表情。这家伙自从进来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家伙可是自己手里的那个日记本的常客啊，他现在应该正和老黑他们在玩呢吧？可以，倒是可以。罗莎思索了思索，回答道。闻言，柳天一心中一喜，想不到这位素来以铁面著称的女人，居然也有人情味了，真是太好了。不过，你是知道的，贿赂我是从来不收。说罢，罗莎将柳天一递过来的盒子推了回去。这，柳天一的脸色瞬间变了。这女人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我可以放了他，但必须要符合程序才行。 罗莎说道：“符合程序，什么意思？”柳天一隐隐有点不祥的感觉。我要派他去黑州完成一项极度危险的任务，如果他可以完成的话，回来之后只要在监狱里再待三天就可以放了。”罗莎说道：“这怎么可以？他可是绝龙配的拥有者，是我们柳家的下一任家主啊！这与我无关，我纯粹是看在你们柳家的面子上才做出的让步，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你们就另请高明吧。”罗莎说罢，起身就要走。 别别，别就按您说的办吧。柳天一的妥协让罗莎很是满意。好，那我很快就会帮你们办好这件事。三颗驻颜丹是什么牛马东西？山海道人用过的玉主给我送过来。是是是。柳天一闻言，急忙的答应道，不敢有什么反对。等到罗莎走后，柳天一郁闷的给自己倒了一口酒，一口闷了下去。哥，一声呼喊，柳如烟走了进来。哥哥心情不好，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柳天一说道。罗莎所说的任务。 定然是九死一生，看来他只能出动柳家的精英来帮助叶辰完成这次任务了。哥，咱们就不能不救那个叶辰吗？柳如烟问道。不能不救啊！他有绝龙配，还救过我的命。按照百年预言，他就是下一任柳家家主，也只有他才有资格修炼苍龙诀。我们柳家必须出全力保下他。柳天一无奈的说道。哼，如果不是那个叶辰，哥你才是下一任家主啊！就算你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帮他搞到这个机会也就可以了吧？我们柳家就不用出手了。 柳如烟不忿的说道：“哎，罢了，不说这件事了。如烟，你先出去吧。”哼，柳如烟愤愤的转身离开他，他有些无奈，又有些气愤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哥哥。跟着叶晨有什么好？他还不如苏雨。清早，苏雨打着哈欠的爬到了自己的工位上。他来的有点早了，现在才六点。不过他怕自己现在不来的话，待会就来不了了。昨天晚上通宵打黄油，搞得他现在疲惫又疲劳。工位上补一会觉好了。 这样想着的苏雨趴在工位上，闭上眼就准备睡。忽然，旁边传来一阵阵细微的哭声，这声音不大，但就像是钻入了耳朵里的蚊子一样，嗡嗡的，你难受。哎呀，谁啊？苏雨不耐烦的站了起来，想要看看到底是谁在搅扰自己的清梦。抬头一看，发现声音是从林乐瑶的办公室里面传出来的。什么情况？他这么早就来公司了？苏雨随即走了过去，推开门，果然是看到了正坐在自己座位上哭的林乐瑶，桌面上的纸巾铺得满满当当,当的，到处都是。 看样子是哭的有一段时间了，咋地了？你这是？苏雨不解的问道。我我爸生病了。林乐瑶一边说，一边哭，一边用纸拧了一下鼻涕。手术费要一百万，可我现在手里没有这么多钱啊。我的钱都用去还房贷和车贷了，剩下的钱也就够我生活用。呜呜、嗯。啥手术啊？要这么多钱？是？苏雨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反应了过来，他那原本沉睡的大脑忽然咻的一下来电了。卧槽！完了完了，这是个爽点啊！ 原著小说里，叶辰已经与林乐瑶产生了很深厚的友谊了，所以林乐瑶的家人理所当然的有一个生病住院了。毕竟要在自己的女人面前露一手，就只能委屈一下未来的丈母娘或者是岳父了。而这本书里委屈的是岳父，也没说生的是啥病，反正就是要一百万的手术费。据自己所知，华夏的公家医院好像没有需要这么烧钱的手术，又不是去阿美丽卡做。但剧情就是这样，好像整个华夏的医疗收费忽然就和阿美丽卡对接了。 又或者是通货膨胀了，反正林乐瑶拿不出来钱，只能想办法卖车卖房啥的。等去了医院，还要被恶毒的亲戚刁难。当然，故事的高潮，我们的主角叶晨从天而降，请来吴楚最好的医生，震惊全医院。医院院长亲自出面跪舔叶晨，恶毒亲戚被暴打一顿。最后，在完美的救下的未来的岳父，收获林乐瑶的好感度加九九九九九九九。看上去这个剧情很完美，很装逼，很能凸显主角的厉害。 可 T M 问题是，主角现在在监狱当丢了狼呢。现在估计已经到了黑州，那这剧情可怎么办？自己就算现在去派人接他会来，也起码得两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周转到江城。苏雨顿时感觉一个头两个大。按照以前的经验来看，主角偶尔也会漏掉一两个支线剧情没有推进的这些没有推进的剧情，往往会自己发展自生自灭。一般来说，支线剧情推不推的影响也不大，最重要的是对自己一点影响也没有。所以，就算有叶辰漏掉的剧情。 他也懒得去搭理，可林乐瑶可是个不一般的后宫，戏份挺多的，以前还从来没有漏掉过他的关键剧情。苏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虽然他有处理这类事件的经验，但没有处理林乐瑶的这类事件的经验啊。算了，自生自灭个吧，说的不定过几天病自己就好了。苏雨想到这，打算转身溜了，反正不关自己剧情的事情，自己还是能躲远点就躲远点吧。然而看到苏雨要走的林乐瑶急忙抓住了苏雨，此时的他也的确是走投无路了。 虽然苏雨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但他是啊，与父母生活的点点滴滴对他来说可都会真实存在过的，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凑齐医药费。那个，能不能借我点钱？林乐瑶说道。不借。苏雨摇头说道。这是主角表现的机会，可不是我这个反派该出手的时候。我要是出手了，你喜欢上我怎么办？不能借。我求你了，苏少爷，帮帮我吧。见状，林乐瑶哭着死命拽住了苏雨，说道：“他决定了，苏雨今天不帮自己。” 自己就不松手，赖在他身上了。上厕所自己也跟着进去。看到开始给自己撒泼的林乐瑶，苏雨感觉头大无比。M D，傻狗叶晨，看看你留下的烂摊子，还得我给你擦屁股不成？你 T M 能不能赶紧回来？苏少爷，我真的没有钱了，求你帮帮我，我什么都肯做。林乐瑶说话的时候，死命贴贴在苏雨身上不放手，这是赖定了苏雨不肯松手了。有话好说，你先松手，松手。苏少爷，这笔钱我以后赚钱了，一定连本带利想办法还你。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欠你一分钱的。”林乐瑶哭喊着说道，“自己又不是缺这点钱，自己怕的是扰乱剧情，好不好？”“哎呀，我身上也没钱啊！我爸最近刚刚削减了我的生活预算。”苏雨搪塞的说道。看到苏雨的搪塞，林乐瑶真的快要窒息了。一百万，他已经找身边的人都借了个遍都没有凑到十万块。张总或许可以帮一帮自己，但自己和张如月一点都不熟啊。虽然和苏雨也不是很熟，但自己至少每天追更他的日记啊，也算是个粉丝吧。 而人在绝望的时候，总能做出一些除了数学以外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所幸林乐瑶把心一横，死死的抱住苏雨，说道：“苏少爷，只要你肯救我爸，我什么都肯做，给你做小三、做情人都可以。”卧槽！听到这个话的苏雨整个人整得一哆嗦。绿碧蓉，我靠，你这是想提前给叶晨准备过冬的帽子啊？那我就更不能帮你了。然而就在苏雨想要拒绝的时候，沉睡了许久的系统忽然跳了出来，检测到宿主无法完成重要节点任务。 剧情将在十秒之后重新开始。卧槽！听到这声音的苏雨直接原地蒙圈，这事情怎么都给纠错系统整出来了？重开？不，不能啊！看来自己只能上了。想不到这居然是个重要节点任务，那就必须想办法给推下去。虽然用那一招自己多少有点不情愿，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的。好，我同意。苏雨答应道。真的？林乐瑶惊喜的看着苏雨。真的？苏雨无奈的说道。系统纠错，系统都给自己出来了。 自己还能不答应？以前每次这种纠错系统都会在很多重大的节点上出现，是用来提醒自己重要的剧情无法完成，自己需要想办法救剧情的。而拯救剧情的办法就是，而现在主角去黑州了，某些重要的剧情可能就只能由自己来想办法拯救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叫我叶辰，听见没有？苏雨说道。啊！林乐瑶多少有点猛，这忽然是干什么？想要我帮你就乖乖的听我的，知道吗？苏雨说道。哦，好，好，苏。 嗨嗨，叶辰，虽然不知道苏雨这么做到底是为啥，但林乐瑶也能猜个大概出来。毕竟他可是每天都在追更日记的。话说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去找张总或者你的好闺蜜夏雨雪？夏雨雪最近遇到了点麻烦事，没钱支援我。张总，我和他不熟啊，长不了这个口。那你对我就能死缠烂打？苏雨多少有点气。嘿嘿，林乐瑶吐了吐舌头，傻笑一声。怎么说，我也整天追更你的日记，跟张总就真的是只有公事。 行了，开车带我过去吧。”苏雨说道。“哦，好。”林乐瑶答应着，带着苏雨下楼去开自己的甲壳虫了。“嗯，好像这种小说里总会有一个喜欢开甲壳虫的后宫。甲壳虫这车是有某种魔力吗？你带化妆品了吗？带了呀。你要干什么？那把你的化妆品给我。另外，在前面的金拱门停一下。”哦，林乐瑶答应着停下了车。随即，苏雨拿走了林乐瑶所有的化妆品，然后走进了里面的厕所。十分钟后，苏雨出来了，脸色惨败。 眼圈很重，鼻子很红，摆明了就是小丑。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没资格。门口的高音喇叭正放着歌，一个小丑正在门口欢迎客人呢。忽然就看到自己旁边也走过去一个小丑。兄弟，第一天上班啊？身为前辈，这小丑走过去给苏雨发了一根烟。不，我是要去歌坛市上班。苏雨说罢，转身上了甲壳虫。歌坛市，都是同行，你凭啥这么优秀？打开车门，苏雨坐进了林乐瑶的车里。林乐瑶，W W。 鬼呀、啊！林乐瑶吓得一声尖叫，转身打开车门就要走，喊什么喊什么，跟我去一趟理发店，再给我这头发染个绿色的。绿色。林乐瑶若有所思的看了苏雨一眼，你那什么眼神，给我收回去。苏雨愤怒的说道。哦哦，哦林乐瑶答应着收回眼神，继续开始开车。车子启动，心情多少被林乐瑶刚才的眼神整得有点郁闷的苏雨掏出日记开始写，在今天的日记让我先喷上一波叶晨，叶晨。 你警号警号警号的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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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我现在感觉心情好多了，开始写正经事。今天整个世界差点重开，吓死我了！想不到林乐瑶的医院剧情居然这么重要，纠错系统都出现了。我记得这段医院剧情就是一个很普通亲戚恶毒主角打脸装逼的环节啊，怎么就能引发纠错系统？奇了八怪！每次纠错系统出现，我就得去补充一个角色，烦死了。以前也出过不少这种事，就比如某个配角有一次吃了一口苹果噎死了。 那他的剧情就没了，可他的剧情又是剧情的关键节点，那就得我去补充这个角色原本应该有的剧情。不去的话，世界就会重开。MB，但是我从来没有补充过主角的剧情啊，我以前补充的可从来都是反派的剧情，主角的剧情我是一次也没补充过啊。我从来没有如此的想念主角，虽然他是那么的脑残、有病、自大、猖狂、望之不似人。叶辰，你赶紧回来吧。难道黑州比江城还好玩？唉。 我现在只能扮演成一个小丑去帮忙补充这段剧情了，毕竟要是事后叶晨回来了，我被认出来了，可就麻烦了。所以，我只能给自己画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装扮，让大家认不出来，然后将功劳全部推到叶晨身上。所以，从现在开始到这件事结束，看到我，请叫我叶晨，谢谢。哦吼！张如月看到日记的内容，发出了一声惊叹。他早上刚来泡了一杯茶，就看到了这样的内容：扮演小丑，还去补充主角叶晨的戏份，有趣，真是有趣。 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待会就想办法过去吃瓜。楚梦瑶，出新剧情了，我要去追更。玉子悠，这个叫林乐瑶的女人是谁？柳如烟，医院，该不会是我们这家医院吧的？张如月，谁过去了？多拍几张照片回来。这可是小丑苏雨限定版皮肤。柳如烟，如果是来我们医院的话，我可以。楚梦瑶，如果不被发现的话，我也可以拍几张照片回来。玉子悠， 我得去看看少爷，别出什么事。医院，林乐瑶将车停在了地下车库里，带着头发染成绿色的苏雨走了出来。行了，你先上去吧，我让人给你把钱待会送过来。苏雨说道。哦，好。林乐瑶点了点头，转身往楼上走去。等等，自己只是缺钱，他给自己钱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跟着自己过来医院？一瞬间，林乐瑶聪明的智商忽然就占领高地了。此时的他虽然还没有看最新的日记，但已经隐隐约约的猜测到了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而苏雨则是打了一个电话，喊来了一个泰斗级的老医生，顺便把院长也喊了过来，并且让玉子优拿了一百万过来。随后，苏雨便和老医生、院长三个人排练了一下接下来的剧情演戏。老医生和院长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还是照着做了。待会我上去了，你就按照咱们排练的来演，知道吗？”苏雨说道。“明白。放心吧。行，那我上去了。”说罢，苏雨拿着钱转身上了楼。“少爷，还有一箱钱呢，你没拿？”玉子优说喊。 但苏雨已经走远了，没办法，玉子幽只能拿着钱追上去。等玉子幽上楼一看，发现苏雨正坐在病房门口玩手机呢。少爷怎么不进去啊？玉子幽下意识地问道。在等句，在等一个恰当的时机，苏雨解释道。奇怪，他怎么知道自己得进去？自己好像只是和他说让给自己带点钱过来啊，没说自己要干什么吧？糟了，暴露了！玉子幽心中暗叫不好。嘿嘿，那个少爷，你装扮成这样是干什么？ 我刚才一直想问来着，玉子优急忙转移话题的说道：“啊、呃，糟了，这怎么回答？”苏雨一时语塞，自己这么做是为了不让人知道自己其实是苏雨，从而好将这件事的算在叶辰头上。少爷，您要是有易容的需求的话，我倒是可以帮您。”玉子优说道。事到如今，他倒也不害怕自己的底细暴露了，因为早已经底裤都被看穿了。再说了，反正这就是个小说世界，自己为什么非得按照剧本走？自己偏不。 而听到玉子幽话的苏雨也是一个机灵，对啊，自己怎么把玉子幽给忘了呢？他可是有易容这个独门绝技啊！现在的他就是易卓荣和自己说话的。不过他怎么肯暴露自己的底牌了？嗯，算了，不管了，先把眼前这一关过去再说。好，快帮我易容成这个人的样子。苏雨拿出叶晨的照片说道：“那您稍微忍着点，三分钟就好。”随即，玉子幽拿出一张脸皮和一些银针，开始给苏雨易容。三分钟后，苏雨的脸赫然成了叶晨的模样。 卧槽，这可比我化妆成小丑可高级多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苏雨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随即，苏雨掏出手机，将自己大胆的想法记录在了日记里。我被玉子优化妆成叶晨了，那我现在对玉子优下手会不会影响剧情？一旁的玉子优在给苏雨易容完了以后，发现日记更新了，点进去一看，看见的就是这两行日记：W W What？我这是给自己挖了坑！看到日记的内容，玉子优差点当场去世。少爷，你克制点。 这里可是医院，而在病房里，此时正在上演兄友弟恭的大戏。此时的病房里一共有六个人：林乐瑶、林富贵、李彩霞、林永康、刘彩珠、林佳佳。其中，林富贵是林乐瑶的父亲，此时正病恹恹的躺在床上；李彩霞是林乐瑶的母亲，此时正坐在角落里抹眼泪；林永康是林乐瑶的大伯，刘彩珠是大伯母，林佳佳是他们的女儿。林乐瑶此时正在和他们对峙。林永康咳嗽几声，往地上吐了一大口浓痰。 然后看着林乐瑶说道：“乐瑶啊，我这也是为你们家好，你可不要错怪大伯。只要你肯，你父亲这次的医药费我们家包了。就是啊，我们给你介绍的那可是没得说的豪门，你嫁过去以后啊，以后可就是阔太太了。我们家还得仰仗你呢。”刘彩珠这个妯娌一脸的狐媚样，尤其是说话到最后一句时候，用右手食指往前那么虚空一指，脸上的表情几乎和狐狸没啥区别。卧槽！说好了帮自己的叶晨呢，怎么还不出来？非得留自己？ 在这里受这些亲戚的欺负你，你才开心是不是？林乐瑶心里多少有些气愤。这些亲戚刚才说要把她嫁给一个建材公司老板的儿子，可那个儿子是个人尽皆知的傻子，自己怎么可能嫁？你们不用说了，我已经凑够钱了。林乐瑶拒绝的说道。她忽然好像明白了苏雨为啥会来帮自己了。啊，就你一个月工资还了房贷和车贷之后，还能剩几个钱啊？你能凑到足够的钱，该不会是去裸贷了吧？林佳佳很是毒舌的说道。秃草名草草。 就算自己知道自己现在经历的多半是小说里的剧情，但这个林佳佳还是让他觉得很欠揍啊！乐瑶啊，你不用硬撑着，这裸贷要是还不上，被人发了你的裸照，你一辈子的名节可就毁了。一旁的刘彩珠跟着上来劝说道：“林乐瑶，听见他说话就感觉烦，自己这个大伯母句句话都是为你好，可 T M 他出发点就不是为你好啊！后面说的再天花乱坠的有啥用？得亏自己现在知道这多半是小说剧情了，这要是不知道，怕不是得被这帮亲戚给坑死。” 和你有关系？林乐瑶一句话就给刘彩珠顶回去了。刘彩珠张大了嘴，在那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他是真没想到，这林乐瑶忽然变得这么刚了。而且林乐瑶说的还真没啥错的。你你你怎么说话呢？刘彩珠气的手都在颤抖，那肥胖的脖子肉一颤一颤的抖。什么情况？这剧情怎么好像和以前有点不对劲啊？坐在门口的苏雨一直都在关注里面的情况，听到林乐瑶忽然顶了刘彩珠一句，感觉有点不对劲。 探出脑袋便往里面看了看，这剧情别又出现什么偏差吧。苏雨在心里说着。富贵，你看看你女儿，我们家可是好心帮你，你看看她这是什么态度？林永康说道。就是都把好心当做驴肝肺了。你要是不想要这笔手术钱，大可以直接说嘛。那你们就赶紧去准备买墓地的,的钱吧。林佳佳恶毒的说道。啪！林佳佳的话刚说完，就挨了林乐瑶的一巴掌。你以后给我说话注意点，你敢打我女儿！刘彩珠一看做事就要动手。 而苏雨在听见那一巴掌的响声之后，提着钱便冲了进来。嗯，没错了，有巴掌声，该是自己出场的时候了。原著中，因为林乐瑶拒不听从林永康的想法嫁人，被情急的林佳佳给了一巴掌，而随后叶晨出现，还了林佳佳一百个巴掌。你们谁敢动我女朋友？苏雨冲出来怒斥道。别说，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桥段里当主角，还真有点意思。说话的时候，苏雨拿着两个箱子走了进来，众人看到苏雨之后，都是一脸的懵。大哥，你谁啊？ 尤其是林乐瑶在看到苏雨之后，整个人直接原地懵逼。卧槽，他谁啊他？这不是叶晨吗？可是看这个身形，又像是苏雨啊。他不是刚才扮了个小丑的模样吗？什么情况？而苏雨则是伸手便搂住了林乐瑶的细腰，眼含深情的对林乐瑶说道：“傻瓜，有困难为什么不和我说？我可是你男朋友啊。”这台词太尬了吧？林乐瑶的手悄悄的绕到了苏雨的身后，开始掐他的腰肉了。他的脸色通红，但不是害羞的。 而是被这台词给尬出来的，别怪我，原著就这么写的。你掐我也没用。房间里的其他五个人都看傻了，尤其是林乐瑶的父亲林富贵，女儿什么时候找了个男朋友，自己怎么不知道啊？李彩霞也不抹眼泪了，开始打量起这个忽然闯进来的男人。快说，因为你怕我嫌弃你。苏雨在林乐瑶的耳边悄悄地说道，他用气将自己的声音压得很低，只让林乐瑶一个人听见。林乐瑶刚想要拒绝，但是忽然想到自己现在面对的是苏雨啊。 不是叶辰索性开启了自己表演天赋，俏脸一红，侧身往苏雨的怀里一靠。我我这不是怕你嫌弃我吗？哎呦，卧槽！这模样给苏雨看的一激灵，别说这含羞未羞的样子，真有点诱惑人啊！自己和他每天见面，怎么没发现他还有这魅力？哼，放心啊，钱我已经带来了，并且我还请了邱神医过来主持你父亲的手术，也已经吩咐院长待会过来取钱了。苏雨说道，这三两句话给众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做了这么多，你不给我点奖励？苏雨笑着指了指自己脸颊，该亲我了。苏雨掐了一下林乐瑶的腰，说道：“这两个人现在就互相掐来掐去的交流。”卧槽！还有这剧情，这要按照剧情走，自己得成什么样子？林乐瑶不敢想象。算了，先配合苏雨再说。他掐我掐的越来越疼了。随即，林乐瑶昂起头亲了苏雨的脸颊一下。M D，玉子优给的脸皮真厚，给亲了都没点感觉。干！苏雨丝毫没有注意到，在他的身后。 玉子优拿着手机拍下了这一幕，而做完这些的苏雨则是冷着脸看着眼前的林永康：“你们之中，哼，你小子到底是谁？刚才你们是谁欺负我女朋友的？站出来！”苏雨冷冷的说道，一句话让房间里的人都愣住了：“谁啊？谁欺负了林乐瑶了？难道不是林乐瑶给了林佳佳一个巴掌？到底是谁？”苏雨冷冷的质问道。这时候自己该是什么心态？哦，对，就是那种敢欺负我的马子。 我给你全家干碎的那种心态，嗯，自己这个心态一定要摆正，戏才能演好。谁欺负林乐瑶这个贱女人了？她刚才可是给我们佳佳给了一巴掌，你还有理了不成？我一定要带我们佳佳去做伤情鉴定，到时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刘彩珠恨恨的说道。嗯。苏雨闻言，仔细看了看林佳佳的脸，好像还真有一个巴掌印。随即，苏雨看向了林乐瑶，林乐瑶不敢直视苏雨的眼神，就看向了别处。直视我，崽种。苏雨多少感觉有点无语。 怎么这都能与原剧情有出入就离谱？哎，算了，反正不是自己的剧情，自己是来顶替叶辰的，有点出入就有点吧。哼，打了就打了，难道他不该打吗？没办法了，只能硬扛着往下进行了。年轻人不要太气盛。林永康看着苏雨，脸色一沉，说道：“我前几天刚好这家医院的领导吃过饭，信不信我一句话，你们立刻就得从这家医院搬出去。”永康，你……林富贵一听这话，气得说不上来一句话。 只能叹息一声，撇过头去。就是，还提着两个箱子，装什么装呢？难道里面还真的能是钱啊？别是砖头吧？林佳佳继续毒舌输出道：“嗯，这些配角的表现不错，与原著中描写的脑残模样一模一样。可是为啥楚梦瑶这些女主的演技是一个比一个差，一个比一个拉胯，一个赛一个的要把剧情拉向不知名的深渊里呢？有问题啊这个。不过现在也容不得苏雨多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他必须马上做出反应。哼，区区一百万。” 我叶辰用得着做假？随即，苏雨打开箱子，将里面的钱全部倒了出来，瞬间一百万堆在了地面上。林永康等五个人眼睛都看直了，他们没想到这年轻人居然真拿出来了钱，借过来充门面的吧？刘彩珠见状，毒舌的说道：“就是，待会肯定要拿去还。”林佳佳也在旁边补充道：“你看看你这找的男朋友，让我怎么说好呢？”林永康也过来补刀说道：“嗯，不错不错，你们这些配角的表演都很到位啊。” 是剧情推进的催化剂，矛盾制造的永动机呀、啊！要是其他女主也能向你们学习就好了。心里一边肯定着几个人的表演，苏雨暗地里摁下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按钮。随即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早就等候多时的邱神医走了进来。刚一进来，别的不说，先向着苏雨鞠上一躬：“叶先生，想不到能再见到您。”邱步云说道：“当然，这都是提前排练好的。”看到邱步云的样子，苏雨满意的点了点头：“你的表演也很到位啊。”林乐瑶，你说你。 找的男朋友错也就算了，居然还找了这么一个死老头来冒充神医！林佳佳不屑的嘲讽道：“快上去给他一个巴掌！”苏雨悄悄的在林乐瑶耳边说道。闻言，林乐瑶跨步上前，给了林佳佳一个巴掌：“闭嘴，不准侮辱我男朋友！”林乐瑶愤怒的说道：“哦呼，你还会自己加戏了，是个好苗子。”苏雨暗暗的给竖了一个大拇指。而看到自己女儿又被打，林永康的脸色抽搐，随即拿出了手机说道：“林富贵，你女儿接连殴打我女儿。” 这一百万你别想了，这医院你也别想住了。说罢便要打电话。喂，是钟院长吗？我是永康啊。是这样的，有一个是我想，你想干什么？林永康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钟步青从外面走了进来，手里的电话还正和自己通着话。哎呦，钟院长您可算来了，有件事我们……林永康见状，做事便要迎上去，然而却被钟步青一把推开，随后走到苏雨面前，鞠躬道：“叶神医。” 这一幕直接给众人看傻眼了，但早就已经排练过的苏雨倒是非常的淡然。剧情就是这么写的，自己也就是这么演的而已。钟院长，您这是？是林永康多少有点傻，这剧情怎么就跟演出来的一样啊？怎么就能这要巧？你说有什么事情要我办？钟步清看着林永康傲然的问道：“没，没什么事情。”林永康的冷汗直流，大气都不敢喘。嗯，钟步清点了点头，随后三两步的走上前，拉着林富贵的手说道。 您放心，您是苏公，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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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嗨嗨嗨您是叶少爷女朋友的父亲，那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您放心，我一定为您安排全院最顶级的医生，为您设计治疗方案。刚好有一位在《柳叶刀》上发了三篇一作文章的大牛正在我们这里做客，我也会请他来坐镇您的治疗。您放心，您这条命包在我身上了。钟步清一番话说的旁边的人一愣一愣的，林富贵一时间受宠若惊啊，这院长是什么人啊，居然能过来拉着自己的手说话。 难道真就是都拜自己女儿的这个男朋友所赐？那这个男朋友到底是有多大的能耐啊？这么年轻，肯定是个豪门之后，可别就是玩玩自己女朋友然后甩了吧！而且这个叫叶晨的少爷脸是咋回事？看着跟一张人皮挂在上面一样，咋一点血色都看不到？别是个短命相吧？林富贵暗自在心里揣摩着。那个医药费我可……哎，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什么医药费不医药费的？能治您的病是我们院的荣幸，其他的事情您都不用管了，安心养病就行。 这一幕直接让一旁的林永康一家直接看傻。苏雨欣赏着他们看傻的表情，很是满意。哎呀，想不到群演比主演靠谱啊！苏雨在心里说着。嗯，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苏雨说罢，转身离开。而钟步青急忙追了上去：“苏少，那个，我那个……放心吧，就是你了。那就好，那就好。苏”苏叶少常来玩啊！整个过程，林乐瑶全程震惊。虽然他知道苏雨是这本书的大反派。 虽然他也知道苏雨身为反派出身豪门，虽然他隐约猜到了这件事多半是苏雨自导自演，但是他真的有点被苏雨的权势所震惊了。自己父亲这么重的病，交不上钱的时候，那脸可难看了。苏雨过来直接不要钱了，虽然说是小说世界，但是这也，是不是多少有点扯？行了，再见。来到楼下，苏雨将林乐瑶推开了，转身上了早就给自己准备好的车。记住，今天帮你的人是叶晨。苏雨丢下一句话。 车子便绝尘而去，看着苏雨离去的车背影，林乐瑶的心中若有所思。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喜欢欠别人东西的人，你帮了我，我一定会还回去。林乐瑶暗暗的下定决心，坐上车。苏雨熟练的掏出手机，开始写日记。剧情补完了，没有重开，看来我补充的还不错，鼓掌。哈哈哈哈，想不到当主角这么爽啊！刚才装逼的时候，别说，还真有点爽啊。不过这里又要点名批评最近的某些女主角了，楚梦瑶。 张如月、玉子优、柳如烟，你们这些人还不如一个群演的情感到位。我强烈建议作者换人，太不称职了！你们，看看你们干的好事。楚梦瑶多次严重拉胯，得亏是我经验丰富，不然还圆不过去了。读，柳如烟不守女德，身为主角的后宫半夜过来夜袭我，你想干什么？我可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男人。张如月目前还看不出来有什么拉胯的地方，无功也无过吧。玉子优应该是在积极的给主角传递情报吧。 我相信他，听说叶辰的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再过几天差不多就该回来了吧？哎，可赶紧回来吧，别给我突然增加任务量了。写完日记，楚梦瑶多少有点脸上挂不住，毕竟这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张如月捂着嘴，笑得有点耐人寻味。玉子优更是嘴角挂上了一丝笑意的，想不到自己居然还能垮，有意思。最要命的当属柳如烟，她正在坐诊，忽然就看到自己被点名批评了。她本来这几天来亲戚了，心情就不好。 再看到苏雨措辞严厉的批评，差点直接原地爆炸。神 T M 老娘不守女德，苏雨你咋不去守男德呢？你咋不去开个女德班呢？你搁这教训老娘，真想给你个大逼兜子！还 T M 半夜跑去夜袭你，还不是你先骂老娘马插虫？你还有理了？还 T M 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男人？You，你等着，我跟你没完！本来身体就不舒服，柳如烟在看到这个描写之后，直接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身体上不舒服，再加上心理上的愤怒。 两面包夹之事了，属于是。楚梦瑶，想不到他居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我以后一定好好的配合他的剧情。张如月，小伙子还挺可爱的，待会的报告里再多写几句他的好话吧。玉子优，是不是考虑把林乐瑶也拉进来？柳如烟，微笑，微笑，微笑。楚梦瑶，冷静，姐妹，报仇的机会在后面呢。柳如烟，没有，我不生气。虽然今天是我的生理期，还要坐诊，还要挨他的骂。微笑。 柳如烟，@ App、玉子优能不能给他手机摔烂，让他以后别写什么狗巴日记了。玉子优，楚梦瑶，不行，我还等着追更后续呢。张如月，不行，我还等着追更后续呢。玉子优，不行，我还等着追更后续呢。柳如烟，一群叛徒，友谊的小床睡到头了。玉子优，图片，玉子优，大家看看这个照片，我现场拍到的。微笑，照片上的内容正是林乐瑶去倾诉于脸颊的场面。 因为是从后面拍到的，所以看不到苏雨的脸，但只有背影。这些女人也能看得出，这就是苏雨。张如月，年轻人玩的挺嗨的吗？这是剧情内容还是自由发挥的？玉子幽，不知道。微笑，柳如烟，呸，渣男！我看叶晨不是啥好东西，苏雨也不是啥好人。玉子幽，呵呵，总比某些半夜夜袭少爷的人要好。不守女德，微笑，柳如烟，你说谁？玉子幽，谁激动我就说的是谁。 张如月，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先说这个照片的事情吧。楚梦瑶，应该是剧情内容。再说了，管他是自由发挥还是剧情内容，和我又没有什么关系。近期应该再没有什么我的剧情了，轻松。玉子悠，我觉得就算是剧情，也没有全部照做。微笑，当时真应该给少爷的脸上抹点砒霜。柳如烟，看开点，万一是自己家的戏份呢？柳如烟拱火的说道。完了完了。 真要成塑料姐妹了！见状，张如月急忙出来劝阻：“张如月，好了好了，就此打住吧，今天先别聊了。”其他几个人多少还是买了点张如月的面子，便没有再继续聊。但是玉子悠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就是林乐瑶亲苏雨的那张照片，顺便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设置了仅女主群里的几个人可见。于是柳如烟在下面给点了个赞。次日，落水集团，哈、啊，苏雨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随后。 他就看到林乐瑶朝着自己走过来，走过来的林乐瑶低着头，对着苏雨说道：“昨天的事情，谢谢你，谢我，谢我什么？啊，谢你救了我爸爸呀！救？谁救了你爸爸？”苏雨起身质问道：“林乐瑶，咋回事？这男人把 X 无情，不是你吗？我昨天一天都在打游戏，没去过医院。”苏雨冷冷的说道：“这傻女人是真的听不明白，还是装的？”看到林乐瑶傻愣愣的站在原地。 苏雨只好再进一步的提示：“救你老子的是叶辰，不是我。”听到这句话的林乐瑶感觉又好气又好笑。这个男人为了剧情，已经到了这种罔顾事实的地步了吗？啊，那你能不能帮我给那个叶晨传一下信息，就说我想感谢他，看他能不能一起出来吃个饭？林乐瑶故意说道：“好，没问题，我一定给你把话带到。”苏雨淡定的回答道。看到苏雨还在装傻，林乐瑶索性不装了，摊牌了：“行了，昨天帮我的就是你，不是什么叶辰。 你别装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放心吧，昨天救我爸的就是叶辰，你满意了吧？现在能让我感谢感谢你吗？林乐瑶说道。听到林乐瑶说这话，苏雨知道这属于是把路堵死了。但是傻姑娘啊，我真的不想要你报答我，我只想要剧情顺利进行下去就行了。嗨嗨，这个，你要报答的人是昨天的苏雨，关今天的苏雨什么事？苏雨一句话直接堵得林乐瑶说不上来话。卧槽，您这。 相对主义诡辩论是吧？人连一次都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是吧？苏雨，你确定要这么干是吧？林乐瑶的倔脾气有点上来了。我有那么让你看不上眼？你的这点报答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偏不，我就要报答你，这个恩情我报定了，谁都挡不住，耶稣来了也拦不住。我说的。林乐瑶很气，她一直都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否则也不会从农村一路杀出来，做到今天的成就。但在她的身上，其实一直都带着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在她看来。 苏雨不接受他的回馈，对他就是一种看不起。嗨嗨，我还要玩游戏，麻烦你不要挡着我的屏幕。苏雨冷冷的说道。闻言，林乐瑶气呼呼的转身就走。看到林乐瑶走了，苏雨拿出手机开始写日记。这个林乐瑶说什么要报答我？大姐，我真的不需要你报答我。你报答我最好的方式就是别一天天的老来我面前晃悠，多去主角面前转悠两圈，提早搞清楚你的定位，顺利演完你该有的戏份，成为主角后宫中的一员，好吗？丁。 您的日记上传成功，获得奖励，神之左手，神之左手，经过三千次的开导，您的左手已经进化成为一种超凡的存在，获得了超凡的力量。苏雨，我有点不想要这个奖励了，他暴露了我的个人隐私。很快，在柳天一的全力帮助下，叶晨很快便从黑州回到了鼓舞者管理所。接下来，他只要在这里待三天，就可以出去了。哦，嘿，我的小 baby，你出去的这几天，我可想念你了。叶晨刚一进来，就有人迎了上来。 一边说话，还一边拿出了一件织好的紫色毛衣。看到眼前过来的人，叶晨已经无所畏惧了。哦，那个恶毒的女人居然派你去黑州那种恐怖的地方。哦，你一定瘦了吧？快来让我看看，让我疼爱疼爱。大哥一边说着，一把把叶晨又拉进了厕所。卧槽！这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我的很小，你将就一下。三天之后，叶晨从里面走了出来。外面天正蓝，草正绿，风正轻。我叶晨又回来了。 一时间，叶晨只感觉到无限的豪情万丈。家主柳天一带人过来，敬重的向着叶晨跪了下去。虽然他的心里多少有些不甘，但对方的手里有绝龙佩。按照家族传言，拥有绝龙佩的人，就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柳家禁地，获得无上至宝，成为柳家家主的人。纵然柳天一的心里不甘，但也还是要遵循这份几百年前的传言。家主，您打算先去哪？柳天一服侍着叶晨上了车的问道。嗯，先去一次肛肠科医院吧。另外，我要做一次全身检查。 叶晨说道：“嗯，司机去江城最好的肛肠科医院。”柳天一说道：“去黑州执行任务的时候，叶晨一路上随地大便了好几次，的确问题是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了。”夜晚，苏雨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最近给他的腰子强化的有点多，他是经常晚上激动的睡不着，都倒三回了，怎么还睡不了觉？腰子，你消停会呗。唉，叹息一声，苏雨转身去阳台吹风去了。嗯，算算时间。 叶晨也应该已经回江城了，那么接下来应该有一段时间没啥自己的事情了。这段时间是叶晨发育的时间，他会收复自己家族以前的集团，然后找人打理这个集团。最近这段时间应该都都没有自己啥事了，自己完全可以自由行动。嗯，明天就去找老女人辞职吧。按照剧情，接下来应该是随便给了我一个家族企业让我管理，然后我无能将这个企业经营的乱七八糟，最终给主角送钱送装备。行，明天就去老女人辞职。 这次说什么也得辞职了，明天就去辞职。老女人说什么也不能阻挡我。随手写下一句日记，苏雨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有点困了，睡。次日，苏雨拿着一份辞职通知来到了张如月的面前。老女，嗨嗨，张总，我辞职。苏雨说道。看到苏雨拿出来的辞职报告，张如月倒是没有多少惊讶，她早就猜到了会有这么一天。虽然此前她用各种手段拖延了这件事，但这件事终究还是来了。行。 张如月麻利的签下了自己的字，留不住的人，不如果断的送走，这样对谁都好。这老女人怎么忽然这么果断了？苏雨多少有点惊讶，怎么犹犹豫豫的不想走？张如月微微一笑的问道：“怎么会？”苏雨说罢，转身便走，来到楼下，苏雨给苏良平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自己辞职的事情。不出意料的，苏良平没有任何的惊讶，并按照剧情随便给了他一个小型企业去经营。呜呼，起飞！坐在车上。 苏雨激动的开始写日记，终于摆脱老女人这个恶毒的资本家了，哈哈！接下这段时间没啥我的剧情了，我可以好好的放一段时间的假了，我想出去转一转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唉，最近腰子老是半夜造反，弄得我睡不着。我想对玉子优下手。丁，您的日记上传成功，获得奖励，腰子强化加十九。丁，您的腰子成功进化，从中腰子进化为大腰子。苏雨，还有其他奖励吗？ 就没其他奖励了是吧？就想我晚上睡不着是吧？而在前面开车听书听完了苏雨日记内容的玉子优，直接地铁老人手机三连。少爷，你你写什么呢？你你你，你你我还没有准备好。叮咚，叮咚，叮咚，叮咚玉子优的手机开始不停的响了起来。张如月，最近腰子老是半夜造反，弄得我睡不着。我想对玉子优下手。Ad、玉子优，柳如烟，最近腰子老是半夜造反，弄得我睡不着。 我想对玉子优下手，@玉子优，楚梦瑶，最近腰子老是半夜造反，弄得我睡不着。我想对玉子优下手，@玉子优，玉子优，玉子优，复读机是吧？张如月，专属玉子优红包，张如月，开个会员，我要看付费内容。柳如烟，加一，我也要看。楚梦瑶，专属玉子优红包，楚梦瑶，给我也来个付费内容。张如月，钱不是问题，麻烦内容管够。 玉子优，你们起哄是吧？少爷有自己的考虑，你们能不能把嘴闭上？还看付费？我到时候给你们开个直播。微笑，张如月，可以。楚梦瑶，加一。柳如烟，我给你打赏。玉子优，玉子优快被这帮人给气死了，手机一丢，不看了。少爷有自己的考虑，有你们说的什么话，真是气死我了。皇帝不急太监急，就算少爷真的有这个意思，那等等，少爷，你真的不管剧情了吗？ 于是，接连好几个晚上，玉子优都提心吊胆的，怕他来，又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不过等了好几天，都没看见有行动。倒是自己每天早上去喊苏雨的时候，都能闻到一股石楠花味。干，说好的对自己下手呢？你就搁这谋杀子孙后代是吧？准备和你的纸片人老婆过一辈子是吧？哼，干啥这么不开心的？苏雨看着玉子优很不好看的脸色问道：“这女人莫名其妙的生啥气呢？”“没啥，我去洗床单了，少爷。” 玉子优说罢，拿着床单出去了。微信群，柳如烟，@玉子优，他对你下手没有？玉子优，你管我？微笑，怎么火气这么大？自己没招惹他吧？正在坐诊的柳如烟见状，忍不住的皱紧了眉头。算了，和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吧。柳如烟，对了，和大家说个事啊，今天叶晨来我们医院做全身检查了，我正好负责了一部分。他现在身上染艾滋了，有想跟他的都注意点。我就和你们说一下，都别外传。张如月。 老娘就是找把电焊焊上，都不可能让他碰我。微笑，楚梦瑶。老娘就是找把电焊焊上，都不可能让他碰我。微笑，玉子优。老娘就是找把电焊焊上，都不可能让他碰我。微笑。某房间里，叶晨看着自己的检查单，愤怒的一拳打烂了整个单子。HIV 阳性，他检查了好几次，却都是这个结果。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修罗战神，无人可敌，居然居然会染上这种疾病，他不能接受。 透过门缝看着无能狂怒的叶辰，柳天一暗暗的叹了口气。说实话，他多少感觉有点恶心了。但是没办法，毕竟叶辰是预言中的人，而他们柳家正面临着衰败，需要那个预言中的人带领了他们走出困境。况且叶晨还曾经救过他的命。唉，我交给你的事情，你办的怎么样了？忽然，叶晨走了出来，看着站在门口的柳天一问道：“放心吧，已经都办妥了。”柳天一点了点头的说道：“家主，你也不用太过伤心。其实有一种鸡尾酒的办法可以。” 柳天一说道：“住口！以后谁都不准提这件事，谁都不准在我面前提起那三个字。”叶晨愤怒的说道。柳天一了然了然，哈哈、啊。苏雨伸了一个懒腰，缓缓的从床上爬了起来，不想起，刷会手机吧。苏雨这样想着，转身开始翻看自己的手机。忽然，苏雨刷到了一条信息，一边刷，他一边在想该怎么打发自己的这段时间。接下来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剧情了，叶晨的公司还需要成长一段时间。 在成长起来之后，自己才能想办法把自己现在的公司做成肥肉，送到叶辰嘴里。看了一眼时间，苏雨发现今天是八月一号。哦，说起来的话，今天好像是玉子优的生日吧？猛地，苏雨就从床上坐起来了。干脆，自己今天就给玉子优过生日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娘们虽说居心叵测，而且是叶晨的间谍，但其实还是帮过自己不少忙的。毕竟，他要获取自己的信任嘛。就冲他后面帮自己干的那些脏活累活，自己多少也得有点表示。 可不能干那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事。随即，苏雨翻身下床，走出去准备上点东西给玉子优一个惊喜。随即，苏雨穿上衣服跑出去了。少爷，你要自己出去？看到苏雨居然不要自己开车带他，玉子优心里多少有点疑惑。不用了、啊，今天让赵叔带我出去吧。苏雨随手说道。哦。玉子优弱弱的答应一声。怎么回事？少爷为什么不肯让自己开车带他了？这种反常让玉子优的心里激起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难道？ 是与剧情有关，是不是到了自己该暴露的时候了？不不，自己不想要这样的剧情啊！而上街找了一家蛋糕店的苏雨，购买了一个三层的超大蛋糕，然后又跑去商城开始给玉子优挑选东西。说起来，他喜欢什么来着？哦，对，他好像是喜欢猫的。以前到了后期，他获得了自己的大量信任之后，都会开始饲养猫咪。那自己送他几只猫好了。于是，趁着蛋糕店在弄蛋糕的时候，苏雨又跑去一家宠物店，一共花了十万块钱的左右。 弄了四只品相良好猫，一只布偶，一只蓝短，一只无毛，一只田园，也不知道他喜欢那种的，都买一点，让他自己挑吧。将四只猫放上车的后备箱，又回去顺路拿上了蛋糕。苏雨让司机不要声张，回到家以后就当无事发生。司机继续干自己的活，苏雨依旧是回房间开始玩 PG 先锋，只有一旁的玉子优满头雾水，明明少爷以前干什么都会带着自己的。呜哦哦，而苏雨则悄悄地将蛋糕和猫拿进了自己的房间，并且将房间布置好了。 他不想要大张旗鼓的给玉子优过什么生日，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找几千人过来过这个生日。但苏雨觉得没必要，生日嘛，这算是一个半隐私的节日，在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会喜欢人多的情况下，还是人少一点会比较好。今天晚上八点，你一个人来我房间。苏雨对玉子优说道。玉子优，啊这，少爷，你冷不丁的说什么呢？八点，你房间，女仆，这，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我我。我 我感觉自己还没有心理准备，玉子优多少有点慌。那几天苏雨的日记里出现那句话的时候，可给他吓得不轻，心情一直都很忐忑。现在他以为这件事已经被淡忘了的时候，苏雨忽然跑出来说让自己晚上去他的房间。这，玉子优多少感觉有点猝不及防。当天晚上，认认真真的打扮过自己的玉子优一个人站在苏雨的门口前。此时的佣人啥的都已经休息了，整个别墅里的灯也都熄灭了，整个房子陷入一片的安静之中。 只有站在苏雨门口的玉子优心脏砰砰砰的跳个不停，好几次他伸出去想要敲门的手都落了下来。不行不行，少爷，这种事是不是应该有点铺垫才行？这么直接的不太好吧？可是玉子优一直都在犹豫中徘徊着，内心的躁动让他想要推开门，但理智又让他赶紧跑。只有一直都在里面等的苏雨等得很不耐烦，这都八点半了，怎么还不来？这是不来了还是咋地？不行。 自己好不容易给人过一会生日，还能给放了鸽子，自己找他去。于是苏雨起身开门，就要去找玉子优，而玉子优也刚刚做好准备，想要敲门。忽然，苏雨直接拉开了门，两个人互相之间都吓了一大跳的。苏雨没想到门后面还有个人，玉子优也没想到门忽然就开了。两个人忽然看着，互相愣了好几秒。完了，没有退路了。玉子优的心脏砰砰砰的乱跳不止，看着眼前的苏雨，他努力的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让自己不要紧张。算了。 上吧，结果到底怎么样自己不管了。而反应过来的苏雨则是一把将玉子优拉进来了，动手了，动手了！这男人果然要欲行不轨。关上门，苏雨拉着玉子优坐了下来，来，拿这个堵上你的眼睛。苏雨拿出一条黑丝带说道：“卧槽，少爷，第一次就要玩这么疯狂的吗？咱们能不能慢慢的循序渐进啊？”玉子优心里说着，但还是缓缓的戴上了黑丝带。随即，苏雨将蛋糕拿了出来，同时用自己的手机开始播放生日快乐歌。 自己则是跟着唱了两句，没办法，他一个人唱总觉得丢人，索性拿原曲做点掩护好了。听着耳边的生日歌，玉子优的心头一震，原来是给自己过生日。好了，摘下来吧，苏雨说道。然而玉子优却丝毫没有动，怎么回事？苏雨只好动手帮他摘下了丝带。丝带后面是一双堆满了泪水的眼睛。少爷，玉子优的声音带着满满的哭腔，说话都不利索了，满眶的眼泪搂都搂不住，葡萄大的泪珠子。 啪嗒啪嗒的往下落。自从他的家族被灭，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过生日了。他也很久没有感受到过别人的关心和温暖了。今天的这个生日蛋糕一下就破了他的防。别别哭啊！一看女人哭，苏雨多少有点慌。他这个反派雷厉风行、残忍果断，但就是没有什么处理女人哭的经验况且不过就是过了一个生日而已，没必要这么激动吧？好了好了，你吹灭蜡烛，咱们吃蛋糕吧。苏雨见状，急忙打断的说道：“嗯。” 玉子优点了点头，用力地摸去了两边的眼泪，随后吹灭了上面的两个大蜡烛和一个小蜡烛。而苏雨则拿过来了刀子，切开了蛋糕，给两个人分食。不想吃了，蛋糕苏雨吃了两口就腻歪了，但是玉子优却还在吃个不停。你不觉得腻歪吗？苏雨好奇地问道。玉子优的蛋糕有时会和眼泪混合在一块，但他还是直接吃了下去。这是少爷给我买的蛋糕，我要把它吃完。玉子优坚定地说道。卧槽，这小妖精什么时候学会撩人了？嘿嘿，这蛋糕就是你的。 不用勉强自己，这次吃不完，就留着下次吃吧。苏雨说罢，拿出了自己预先买好的一点凉菜，吃这个吧。对了，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礼物？玉子悠的双眼迷离了一下，他已经多久没有听到过这个词了？好像从很久以前吧，从他整个人都被复仇填满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听见过这词。而苏雨说罢的，便是拿出了四个猫笼子给玉子悠。啊，我记得你挺喜欢猫的，你看看这些，那个你喜欢，挑一个吧。猫。 看到苏雨拿出来的东西，玉子优激动不已。他以前就很喜欢猫，小时候家庭生活优渥的时候，他家里养了好多只猫。来了这里以后，因为自己身份卑微，不敢养猫。想不到少爷居然会知道自己喜欢猫，谢谢少爷，我全都要可以吗？玉子优红着脸说道。没问题，都拿去吧，这些本来就都会给你买的。苏雨说道。谢谢少爷。玉子优激动的说道。随后两个人又简单吃了点凉菜和蛋糕之后，便算是过完了这个简单的生日。 而在别墅外面，柳如烟正悄咪咪的打算潜入这栋别墅。这是一个他已经谋划了很久的地方。这个地方看着就不一般。按照他长期以来的知觉，他觉得这个地方铁定不一般。他早就想来这栋别墅里摸点东西了。以他的知觉，这个地方铁定有不少好东西。摸一次起码几十万，运气好上百万都有可能。就从这个房间入手吧。这样想着的柳如烟悄咪咪的从墙壁上爬了上去。而回到房间的玉子优心情激动，躺在床上一直没有睡着。 而另一边，苏雨也没睡着。唉，苏雨叹息一声，躺在床上开始刷手机了。低头看了看，唉，不对，玉子优下手，自己该找谁下手呢？跑去红浪漫放纵，不行，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是叶辰的地盘了。按照自己的人设，现在差不多已经是叶辰为死敌了。自己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而且以前轮回的时候，他有尝试过在没有自己剧情的时候肆意的放纵自己，结果跑去医院一检查，好家伙，艾滋梅毒轮流着上啊！于是。 苏雨直接选择了 remake，跳楼重开。也是从那以后，苏雨就不太敢随便找人下手了。唉，又是一个安静的晚上，又是一个想要找人下手的夜晚。感觉没事可干以后，更加的无聊了。之前还定好了旅游计划，结果现在全天都宅在家里。不找玉子优下手，我该找谁呢？这个夜晚好寂寞。十分钟后，后悔，后悔。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后悔。删，删，删，这个 app 必须删除干净。 自己怎么能用手欠的下载回来呢？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手呢？仔细想想，这种事情也不过是一场贪欢而已。自己身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反派，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了。说到底，自然赋予人这样的功能是用来繁衍的，不是追求低级趣味的。从明天开始，必须戒导。而与此同时，在隔壁房间里的刚躺在床上的玉子优发现日记更新了，结果还不等他看看内容，微信群却是率先爆炸了。张如月，看日记了吗？@ Add、玉子优，他又开始了。楚梦瑶。 有贼心没贼胆啊！要是我早下手了，真怂。呵呵，看着日记的内容，玉子优只想回这两个字，但想了想，还是将手机丢在了床头，准备继续睡觉。而正躺在床上的苏雨忽然听见了一声很响的微信声：“谁？谁手机？自己手机没响啊？”苏雨四处看了看，没发现有第二部手机啊，可能是自己听错了。这样想着的苏雨又躺下去开始玩手机了。不行，那个 APP 自己还是得下回来，就再倒一次。 下次一定借到。而在阳台被苏雨忽视的微信声音，正是从柳如烟的裤兜里翻出来的。此时的她正准备观察房间里的情况，手机忽然响了，吓得她差点心肺骤停，急忙的关闭了手机的声响，随后又折伏在地上听了好久，确定没人发现之后，才悄悄的开始往房间里探望。卧槽，这不是苏雨吗？自己偷上他们家了！柳如烟心里一惊，随后猛地心中狂喜，嘿嘿，让你在日记里骂我，等会我就专挑你们家值钱的东西下手，等会。 你干什么呢？这么聚精会神的。算了，等你睡了我就动手。这样想着的柳如烟发挥自己家族特有的潜伏功能，悄悄的隐藏在了阳台上，并且顺便开始玩手机。女主群里的消息，就是这个让自己刚才差点被发现吧。让我康康他们说了点什么。哦呼，那我也插一句。哼，这家伙不就是个怂包？前几天不就在日记里写了要对玉子优下手？现在呢？屁事不都没发生？估计得等大结局才能处男毕业。发送。 叮咚，一声响，让刚闭上眼睛的玉子优又睡不着了。起身一看，是女主群的消息。再仔细一看，好家伙，还是个骂少爷的。玉子优，@柳如烟，谁和你说少爷是个怂包的？谁给你说少爷不敢下手的？给我道歉！谁和你说少爷处男没有毕业的？你监督了。玉子优，@柳如烟，玉子优，@柳如烟，玉子优，@柳如烟，一顿 dis，让柳如烟猝,猝不及防。不过。 看到玉子优来势汹汹，柳如烟也被激得上了头。有证据，这三个字发出去。柳如烟还在继续构思着一篇小作文，而玉子优直接被激得原地坐了起来。的确，他刚才的话都是空穴来风，现在要证据根本找不到。可如果这时候用其他理由搪塞过去，岂不是显得心虚？干脆没有证据，创造证据。玉子优看了一眼旁边的镜子，索性摘下了自己一直以来都戴在脸上的脸皮，一颗绝美容颜的脸蛋随即出现。谁会没事留这种证据？等着。 少爷喊我去他房间了，证据马上就给你弄过来。柳如烟，发送。此时的玉子优完全属于是上头了，什么都顾不得了，就想争一下这口气。发完的玉子优粗略的打扮了一下自己，就跑了出去，但是手却在苏雨的门板前面停了下来。等等，就把门敲开了，说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啊。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吧，可这个开始从哪开始呢？终于在犹豫中，玉子优放弃了从正面进入的想法。嗯，改变一下策略吧。 自己记得少爷喜欢玩的那些黄油的女角色，不是挺喜欢搞夜袭的吗？就是那种主角一睁开眼睛，发现一个女角色已经对他脸上了的那种。嗯，干脆就向游戏里学习一下，这么干好了。少爷经常玩这种游戏，应该会喜欢的。随即，玉子悠悄悄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她房间里的阳台和苏雨房间里的阳台也就一步之遥，她只要稍微的跨一下就能过去。而另一边躲在阳台的柳如烟看着玉子悠发的消息，也是一脸震惊。卧槽，这女人来真的！ 他本来就是想激一下玉子优，谁想到他居然来真的了。一时间，柳如烟的心里多少有些激动，自己这过来一趟还能看场付费节目，自己准备好了。忽然，柳如烟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房间里的时候，一个脚落在了他的身旁。抬头一看，发现居然正玉子优。卧槽！柳如烟差点叫出来，幸亏他手快，捂住了自己的嘴。而玉子优悄,悄悄地溜过来之后，看了一眼房间里还没睡的苏雨，他也悄悄地跑到阳台的另一边藏了下来。 他打算等到苏雨睡着之后再出手，而下意识的两个人都互相看向了对方的位置，一时间四目相对。嗯，嗯，差点喊出来的两个人急忙捂住了自己的嘴。他怎么会在这？两个人的眼球止不住的颤抖，手更是紧紧的捂住了自己的嘴。我靠，他怎么会在这？他有什么目的？难道说少爷的贞操？玉子幽内心的震惊真是无法言说，而另一边的柳如烟更是震惊的说不出一句话来。眼前的这个女人是谁啊？ 他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难道也是同祥？等等，不对，看他的身形，似乎是玉子幽。什么？惊觉眼前的女子可能是玉子幽的时候，柳如烟差点又喊出来。虽然她早就从日记里知道玉子幽会易容，平时的容貌不是她真正的样子，但是看眼前的这个模样，还是给她吓了一跳。这前后的反差有点大啊！想到这，柳如烟又仔细的看了看眼前的人。对，就是玉子幽，脸可以变，但是身形是不会变的。她身为一个修炼者，洞察力惊人。 虽然与玉子优见面次数寥寥无几，但他对自己见过一次的人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玉子优，可是他为什么进苏雨的房间要从这里走？这里面绝对有鬼。而两个人都很默契的指了指自己手里的手机：“你在这里干什么？”玉子优手指飞一般的快速发了一条消息过去：“我、哦。”柳如烟一时语塞，糟了，该怎么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呢？对了，干脆就继续用之前的事情说是吧，不然要是说自己是过来偷盗的，怕不是要被直接打死。 我是过来亲自找证据，亲自找证据。玉子优看到这个回答，差点原地爆炸。已经上头的他都没有想过这个理由有多么的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怎么？难道你是骗我的？难道微信群里你说的话都不过是撑场面的话？柳如烟乘胜追击，死死的揪住不放。当然不是啊！敲出这几个字的时候，玉子优的脸赤红不已，打字的手都颤抖不已。哟，你脸红了。柳如烟看到玉子优的样子，在一旁偷着乐个不停。夜袭。 我这是夜袭，你懂什么？少爷喜欢被动，顾不得什么其他了。玉子幽颤抖的发出了自己的解释。啊，苏雨喜欢被动。柳如烟也是一愣。嘶<此>，柳如烟倒抽一口凉气，自己怎么老是感觉周围好像有啥不对劲的地方？怎么回事？苏雨睡在床上往四周看了看，感觉没啥问题啊，要不要下去看看？嘶<此>，算了，不想离开自己的被窝，睡觉。手机一关，苏雨开始休息。半个小时后。 而阳台上的两个女人互相对视一眼，行动。随即，两个人都小心翼翼的溜了进来。谁？两个人刚溜进来的时候，苏雨瞬间警觉，顷刻间便从浅睡的状态惊醒。他们想干什么？等等，进来的人里面有一个不认识的，还有一个柳如烟。柳如烟，他……哦，自己明白了。苏雨忽然想了起来，这女人作为飞贼，有一天偷到了自己的头上，在原作里属于作者水文的情节。偷就偷去吧，以前轮回的时候，她也经常过来偷。 反正他偷了也是去给孤儿院捐了，无伤大雅，偷去吧，就是别偷我硬盘啊！继续睡觉。苏雨这样想着，闭上眼睛继续休息。等等，本打算安睡的苏雨忽然惊醒，以前来的可只有柳如烟一个人，完了也就是拿点值钱的东西就走了。他今天怎么还来了一个不认识的？我靠，有问题！而就在苏雨内心疑虑的时候，他感觉到一个人颤抖着爬上了自己的床。接下来该怎么办？少爷，玉子幽看着眼前的苏雨。 内心慌乱不已，他纯粹就是一时冲动加上赌气才做出了一连串荒唐的决定，现在被逼到这个地方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真的要继续下去？而在身后的柳如烟此时正拿着手机，面色潮红在拍摄，他也在较劲。果然，玉子优就是在骗自己，看他的样子，那里像是有经验的样子。不行，自己腿也软了，找个地方坐一坐。这样想着的柳如烟的下意识的后退一步，想要坐在椅子上，然而他没有注意的后退。 却将椅子砰的发出了移动的声响，吱，是椅子腿与地面发出的摩擦声。谁？苏雨猛地惊起，直接一个反身擒拿，瞬间便将玉子优直接死死的摁在了床上。猝不及防的玉子优直接被苏雨摁在了床上，头被死死的摁住，不能动弹。忽如其来的变故让柳如烟转身想逃，少爷，等等，我是。然而等不得他在做什么狡辩，苏雨一个箭步的又是窜了出去，先一步关上门，随后一个熟练的过肩摔。 直接将柳如烟摔在了床上，你们是谁？谁派你们来的？你们的目的是什么？苏雨看着床上的两个人质问道。他的剧情还没有完成，可不能半路莫名其妙的折戟沉沙。柳如烟这个女人可是主角的女人，如果她是来偷盗的也就罢了，可房间里怎么还有一个陌生的女人？这可就有问题了。我是啊，被摔得头晕眼花的柳如烟想要辩解，却忍不住的一声的尖叫喊了出来。你喊什么？苏雨上前一步质问道。少爷。 你没穿衣服，玉子优赤红着脸的说道。嗯，哦，对了，自己是裸睡的来着。随即，苏雨急忙随手拿过自己的裤子先穿上，把你们的目的都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苏雨一边穿裤子一边盯着两个人说道：“少爷，我我是玉子优啊。”玉子优解释道。哼，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你说这话你自己信不信？不过，想不到你们对我还挺了解的。苏雨冷笑一声说道：“我真的是啊。”玉子优欲哭无泪。 看了一眼镜子，完了，自己没易容，少爷还不认识自己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苏雨给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下，的说道。然而两个人没一个说话的。惊觉自己干了什么羞耻事情的玉子优正把头埋在被窝里，不想看见苏雨。而柳如烟则是直接装死。这种情况下说什么，自己还能说什么？于是三个人之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快点说话！苏雨上前说道，他试图打破尴尬。我就是想来偷点东西，现在被你抓住了，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柳如烟视死如归的说道。柳如烟与玉子优两个人之间形成了一个无言的默契，那就是打死都不能暴露自己刚才进来的真实目的。你呢？说话。苏雨说着，强硬的将玉子优扒拉开了，瞬间一张羞得满面通红的脸出现在他的面前。等等，这个颜值，这是不是卸妆之后的玉子优啊？苏雨久远的记忆忽然被唤起了，他猛地想起，好像这就是取下易容术之后的玉子优的样子吧？因为以往的时候。 玉子优只会在主角面前卸下易容，所以导致他基本上没怎么见过卸下易容之后的玉子优，所以才会在第一时间没有想起来这个人是谁，还以为是什么想要对他图谋不轨的人。啊，这玉子优，你为什么半夜不睡觉跑我房间里面来阿伟，这情况不就尴尬了吗？误会，这其中一定有一个天大的误会。不过这个误会在此时显然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明确了身份以后，这件事自己要如何收场阿伟，虽然。 自己不知道他们两个跑过来是出于什么目的，但继续这么下去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得想办法先放他们走，然后再调查事情的原委。等等，有了，干脆将计就计吧。啊、呃，嗨嗨，你们不说话是吧？好，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开口。我困了，先把你们关押到地下室，等明天我再好好的审讯你们。说罢，苏宇找了一些衣服，将两个人牢牢的束缚了起来。随后，他抓着两个人坐着别墅里的电梯来到了地下室里面。明天。 我会来好好的审问你们的。说罢，苏雨转身坐着电梯离开。地下室里的玉子优与柳如烟两个人面面相觑，这这是什么奇葩的展开？而坐上电梯回到自己房间的苏雨正在沾沾自喜。嗯，一个反派看押犯人的时候出现了一点意外，这是常有的情节吧？犯人利用这个意外逃逸也是常有的情节吧？嗯，那么自己这个反派在关押两个试图对自己不轨的歹徒的时候出现了一点意外，导致他们逃走也是合情合理的吧？嗯，没错，就是这样。 完美，这样想着，苏雨转身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的开始睡觉。而被关押在地下室的两个人，只是稍微一用力，用来捆绑他们的衣服就被挣脱开了。再看了看眼前的电梯，两个人同时都有一种智商被羞辱的感觉。算了，智商被羞辱也行，至少能赶紧逃开这尴尬的事情。于是两个人坐上电梯，各奔东西。回到房子里，玉子优蜷缩,缩在自己的被窝里，赶紧睡觉，赶紧忘了今天晚上的一切。叮咚，叮咚，两声响，是玉子优的手机响了起来。 楚梦瑶，@玉子优柳如烟怎么样？搞到证据了吗？张如月，加一。哼，我就算是承认人是我杀的，也绝对不会告诉你们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虽然是不同的地点，但玉子优和柳如烟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次日，苏雨一大清早就带着玉子优坐电梯来到了地下室。毕竟做戏要做全套的嘛。昨天有两个毛贼闯入我的房间，已经被我擒获，关押在地下室了。玉子优，是吗？是是谁啊？ 我今天要好好的审问他们，的的确，电梯门开，露出一地的衣服，早没有一个人，可恶，居然让他们跑了，气死我了！少爷，别演了，又不是剧情，尬死了啊，好无聊啊，我该干点什么呢？苏雨瘫在沙发上，百无聊赖，手机玩腻了，也不敢再倒脸，手这几天一用力抖得跟筛糠似的，再这么下去，怕是活不到剧情完成了。有剧情的时候总想偷懒，没剧情的时候又快给自己闲成狗，离谱。 您要是真的闲的话，不如你来打扫卫生，我来当少爷怎么样？正在一旁打扫卫生的玉子优看着苏雨的样子说道：“苏雨，我开玩笑的。”玉子优说完，转头继续开始拖地。M b 家里的扫地机器人集体罢工了，拖个地可累死自己了。忽然，苏雨的手机响了起来。苏雨低头一看，发现是自己老子苏良平的电话。嗯，看到这个电话的苏雨心头一沉，自己的老爹给自己亲自打电话，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情，毕竟。 自己这个便宜，老子日理万机，平时那有什么时间打电话来联络感情？每次打电话都多半是有事。喂，爸。苏雨接上了电话，儿子，啊，最近过得怎么样？苏良平的语气很平淡的问道，但是苏雨却听出了他语气中的肃杀之气。坏了，铁定出事了。他轮回了这么多次，对苏良平可是再了解不过了。他这个语气肯定是有事情发生。不过苏雨倒也并不慌张，以他轮回这么多次的经验来看，每一次轮回。 自己在空闲时间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还不错。苏雨回答道：“可不能还不错呀、啊！哪家公司给你？可是希望你能好好经营的。对了，那个叫叶晨的，老是找你的麻烦，听说你和楚梦瑶的婚礼都被他给搅和了。”苏良平的一番话让苏雨直接心头一惊，干！果然，在吴楚的什么事都瞒不过自己老子。这个时候否认绝对是没有用处的。既然自己老子都点名叶晨的名字，这说明他早把叶晨查了个底朝天了，恐怕对于事情知根知底的程度。 比自己这个当事人都要清楚，是，是的，不过我更希望自己来对付他，不想您出手帮我。”苏雨回答道。“哦。”苏良平吃了一惊，自己以前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儿子，怎么忽然之间这么有志气了？真让自己吃惊。也好，那就交给他自己去处理吧。好，那就交给你来处理吧。行了，说正事，你注意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果然来了。闻言，苏雨即刻起身，来到了厕所。 并将门关紧，爸，安全了。你说吧，嗯，好。最近你在经营的是医药公司，但是你对这方面却没有一点的经验。江城医科大学那边，我说好了，你去那边读研吧。你这个管事的可不能什么都不懂啊！记住，这段时间就在哪所大学里面，哪都别去。苏良平说道。出什么事情了？听到苏良平那近乎命令的语气，苏雨有些不安的问道。别问太多，苏良平训斥道。闻言，苏雨沉默片刻。 看来是真的出事情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自己老子那种级别的对手过招，随便露出来一点东西都够自己喝一壶的。行，我知道了，什么时候过去？越快越好。不，就今天，就现在。苏良平说道。好。苏雨点了点头。对了，我还给你找了一个信得过保镖，你这段时间就待在那个大学里面，不准出去，知道了吗？苏良平说道。知道。苏雨点了点头回答道。能让一向沉稳的苏良平反复强调自己不准离开那个大学。 看来这次的事情绝对不一般啊！苏雨在心中叹息一声，当即便站了起来。玉子优，收拾收拾你的行李，和我去江城医科大学。”苏雨说道。啊！正拖地拖得腰酸背痛的玉子优吃了一惊，怎么这么突然？赶紧！”苏雨严肃的说道。见状，玉子优不再多问，稍微的收拾了一下，便跟着苏雨走出了家门。门口早已经停着一辆车了，这车苏雨很熟悉，就是自己老子苏良平的车。他居然要用自己的车来送我！苏雨见状，皱了皱眉头。 以前就算是苏家覆灭的时候，都没看见有这么严重的事态。啊。苏少，请上车吧。苏良平的秘书对苏雨说道。见状，苏雨转身上车。这是我的侍女。苏雨指着玉子优解释道。闻言，秘书这才眉头展开，没有阻拦玉子优上车。什么事情这么突然？玉子优也是感觉莫名其妙。很快，车便来到了江城医科大学。苏少，苏侯让我告诉您，请务必待在里面，不能出来。秘书严肃的说道。嗯，我明白。苏雨点了点头。 随即，苏雨拉着箱子走了进去。叮咚，苏雨的手机响了一声，拿起来一看，发现是一条没见过的电话号码发来的短信：“去科技楼下面，哪里有接待你的人？穿白色裙子、戴白色帽子的，就是我给你安排的保镖。”看到这条消息，苏雨便带着玉子优去了科技楼下面。这学校老大了，苏雨带着玉子优坐了二十分钟的公交才到了科技楼。人群之中，苏雨一眼就看到了一个戴着白色帽子、穿着一身白裙子的人。“嘿，你好啊。” 苏雨走了过去，拍了一把对方的肩膀，说道：“一回头，春风拂面，一张若桃花新绽的脸，和着杨柳风吹拂过来，看得苏雨心神一荡。漂亮啊！想……等等，这 T M 是谁？这不是柳如烟吗？”被美色暂时迷惑的双眼解控之后，苏雨惊诧的发现，过来接自己的人居然是柳如烟。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是他？而发现过来的人是苏雨的柳如烟也大吃一惊：“你、你、你，怎么会是你？” 柳如烟一张口，瞬间把自己的颜值拦腰斩断。怎样？就是我呀！苏雨一脸藏狐样的回答道。柳如烟的内心此时翻腾起了滔天巨浪。不是说给自己的是一个帅气的公子哥让自己保护吗？怎么来的是他？靠！自己在接这个活之前还应该问清楚姓名的啊！完了，自己还能后悔不？自己现在一看到苏雨，就想到的是医院和在他家的那两次尴尬的经历啊！自己现在找个地方把自己埋了还来得及不？你们两个人。 很熟吗？玉子幽狐疑的问道。熟也不熟，苏雨回答道。自己已经在轮回中不知道见过他多少次了。啊，行了，跟我上楼去吧。老师在等着了。从今天开始，我负责你在这里的安全。柳如烟说道。哦，那你帮玉子幽把这些东西拿上去吧。苏雨指着玉子幽带来的行李说道。对于苏雨来说，保镖等于仆人。嗯。柳如烟的眉头挑了挑，这小子真把自己当仆人了是吧？小子。 告诉你，我虽然负责你的安全，但不是你的仆人。另外，你对我还应该用另外一个称呼，那就是师姐。柳如烟说完，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苏雨，师姐，什么师姐？狐疑的苏雨跟着柳如烟一路上楼，来到了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一个老头。这老头高高的，瘦瘦的，一双眼睛很是有神。你就是苏雨吧？老头看着苏雨说道。是我。苏雨点了点头，回答道：“我叫高湛，你以后可以叫我高老师。这位是你的师姐。” 柳如烟，小柳，以后这个师弟就全权交给你带了。我这里有一个课题，你带着他做吧。高湛说道。啊！柳如烟傻眼了，自己负责他的安全也就算了，还要负责带他的课题啊！啊什么啊？高湛不满的问道。老板，我我读的是博士啊。柳如烟说道。是啊，怎么了？呃，他应该读的是硕士吧？谁说的？他读的博士研究生。带去吧，资料待会我发给你，你指导他用。 高湛说罢，不耐烦的挥了挥手，示意柳如烟离开。没办法，柳如烟只能委屈的答应道：“是，师姐，以后就承蒙您照顾了。”苏雨笑嘻嘻的说道：“M D，这表情，要不是在老板面前，自己高低能揍他三拳。”看到苏雨笑嘻嘻的欠揍样，柳如烟差点当场气死。不行，忍住，忍住，等到了没人的地方再收拾他。行，跟我走吧。”柳如烟也笑着回应道，随即便带着苏雨离开。看着柳如烟离开的背影，高湛若有所思。 苏侯啊，我能做的可都做了。可有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它不一定甜啊。不过也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您如今深陷泥淖，居然还有心情操心这种事。唉，您啊，就放心的去斗吧。公子在我们这里，保证不会出任何的问题。另一边，可恶！叶辰一拳锤烂了面前的桌子。看着叶晨又又又捶烂桌子的柳天一一脸的无语。这是他这一个月以来捶烂的第 n 张桌子了。好像他叶晨说话的时候不锤烂点东西。 就没说一样，虽然他们公司现在的钱购买十几个制作桌子的厂子了，但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就是个很让人反感的行为。难道我叶晨真的就不能给别人看病了吗？叶晨愤怒的吼道。最近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凭借他手里强大的药方，他很快便在江城创下了一片天地。但可惜的是，他那一身的医术却没法给人看病，因为没有行医资格证，导致他空有一身武艺却无处施展。而且更恶心的是，他感觉自己好像被谁给盯上了。 只要自己敢给别人看病，就会被举报非法行医，已经好几次了，弄得自己很是狼狈。虽然自己已经在江城有了根基，不怕被举报了，但这是他烦人啊，自己只要敢行医，就会被不知道哪里来的小人给举报了。又一次，他救人就到了一半，直接被举报了，导致两百万的大单直接泡汤了。嗯、呃，办法倒是有一个，柳天一说道。什么办法？叶辰问道。您去考一个医师证。我，是的，只有这个办法了。 就是学历要求中专以上，并且是相关专业。不知道您的学历是什么？叶晨，M b 自己初中都没念完，好吧？呃，初中一眼，柳天一，嗨嗨，那倒也不是没有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叶晨一听，两眼放光。呃，最近有个朋友找我，想给他的女儿找一个厉害的保镖负责安全，他人要去国外，您是否有兴趣？我去当保镖。叶晨闻言，傲然的抬起了头，一脸的傲然。自己是谁？ 修罗战神，杀人如麻，国外谁听了自己的名字不颤抖？要自己去当一个保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自己听错了？呃，对方出价两千万，另外会把您安排进江城医科大学。柳天一说道。哦。闻言，叶晨皱了皱眉头。我的意思是，咱们可以醉翁之意不在酒，您到时候可以在学校考下这个证件。柳天一说道。就不能用点其他手段给我弄一个证来吗？叶晨搓了搓手的说道。家主，我奉劝您。 还是别打这个主意。柳天一看到叶晨的暗示，瞬间额头上的汗水便下来了。为什么？叶晨一愣。江城医师资格证每年考试都是江城医科大学组织的，没有人可以对江城医科大学采取非常规手段。柳天一额头上的汗水都已经开始渗透了，他必须在这里拉住叶晨，否则他极有可能灰飞烟灭。那我就去其他地方弄一个。华夏这么大，还能没有办法？叶晨气急败坏的说道。家主，目前公司正处于起步状态，有些人可能未必老实。 如果你现在离开江城的话，该死！叶辰愤怒地将另外一张桌子又捶坏了。柳天一家主，您也不用如此悲观。这是雇主女儿的照片，您可以看一下。柳天一说话的时候，将一张照片推了过来。那张照片上是一个看着就很傲气的大小姐，在江城里绝对排得上号的美女。根据三流小报的排名，她排江城美女第十位。柳天一说道。嗨嗨，目前看来的话，似乎也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叶辰看着柳天一说道。 是的，柳天一点了点头。那你帮我联系一下雇主吧，就说我同意这件事。”叶晨说道。“好的，这件事我来办。”柳天一点了点头说道。“啊，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了。”柳如烟带着苏雨来到了他的房间。这是一个标准的房间，有一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阳台。小了点。”苏雨看着眼前的房间说道。“对于住习惯了别墅的他来说，这个房间还真是有点小。”江城医科大学是全华夏住宿条件最好的学校。”柳如烟说道。 行，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这里我和玉子悠来就行了。”苏雨对着柳如烟说道。听到苏雨要赶自己走，柳如烟的眉头一下子可就挑起来了。“怎么这么快就想赶我走？”柳如烟说罢的找了个沙发坐下了。从今天开始，我负责贴身保护你的安全。哈”哈，W W，怎么很意外？”柳如烟站了起来，看向苏雨，笑着问道。“不，这个。”苏雨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说啥。他可没听说这个保镖是二十四小时贴身的呀喂。 话说，这样的剧情不是应该男女颠倒过来的吗？奇了怪了，你就是叶晨？一个肥胖的中年人看着叶晨问道。不错，叶晨点了点头道。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中年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暗藏的嘲讽。行，那么接下来我要出国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就由你来负责我女儿的安全。中年人说道。放心吧，有我叶晨在，你女儿在整个华夏都不会有问题。叶晨狂妄的说道。真是狂妄！闻言。 姚和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的厌恶，不过他良好的修养让他并不会表现出来。其实他看中的是叶晨旁边的柳天一，根本就不是叶晨。但没办法，听说柳家的下一任家主就是这个叫叶晨的。行了，待会我的秘书会带你们去见我女儿的，我还有事要忙，先走一步。姚和说罢，转身离开。二位，请跟我来。随即，一位短发工作装的女士走了过来，带着两个人坐上车，一路来到了一间江城医科大学面前。 从明天开始就是江城医科大学新生的军训，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多月，您将扮演学校里的一名学生，暗中保护我们小姐。”秘书说道。知道。叶晨点了点头。随后，秘书带着叶晨来到了一间房子的前面，这就是我们小姐房间，你住外面。”秘书指了指放在走廊上的一张床，说道：“请放心，住在走廊上并不会暴露您的隐私。为了小姐能住得舒服，我们清空了这一整层的人，也就是说，这一层都只有小姐一个住户。”秘书说道。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房间？叶晨质问道。为了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在小姐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能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秘书回答道。你就是叶晨。忽然门开了，一个高挑的女生走了出来。这女生的眼里满是高傲，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大小姐的气质。姚小姐，你好。柳天一笑着打招呼道。哼，姚思琪冷哼一声，没有理会柳天一的招呼，这让柳天一多少有点尴尬。不错，以后你的安全由我保护。 叶晨点了点头的说道：“好，我知道了。”姚思琪玩味的点了点头，这可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叶晨，这就是本书的主角 m <MD> b 这样子好欠揍啊！姚思琪的手里也有日记本，他把这个日记当成每天追更的小说在看，好多次的大事件，他都想办法远程观望过，像是去表白啊，绑架楚梦瑶啊这些事情，他全部都远程用望远镜看过，但用望远镜看总归是不如近距离感受。小姐，您的入学手续已经办完了。 待会就是新生大会了，家主叮嘱过，让您在这里不要太张扬。秘书走过去，悄悄地说道：“我知道了。”姚思琪说罢，看了看叶晨，伸出手去说道：“我叫姚思琪，很高兴认识你。”见状，叶晨也伸手出去握了握手。奇怪，小姐什么时候这么有礼貌了？以前可是根本看不起这些保镖的，怎么会对这个叶晨这么客气？秘书心里很是疑惑。他当然是不知道，此时的姚思琪根本不是用看保镖的眼光看叶晨。 而是在用看小说主角目光在欣赏叶晨。既然叶晨出现在这里了，那就说明接下的剧情里应该是有自己的剧情。嗯，自己是应该给苏雨捣乱呢，还是认认真真的配合他完成剧情？此时的姚思琪完全是在用玩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剧情是什么。而另一边，收拾妥当的苏雨早早的来到了要开新生大会的会议室里，准备开会。大会还有十分钟才开，现在里面已经做的差不多了。苏雨。 玉子幽和柳如烟也就只能随便找个后排的地方坐着。等等，咱们不是研究生吗？为什么还要来开本科生的新生大会？苏雨忽然反应过来的问道。M D，学校就是因为你们这帮人才直接提前了一个月开学的。你不来出席可还行？因为我要参加，所以你也得参加。柳如烟说道。苏雨，我 T M 直接满头问号。因为我负责你的安全，但我又被高老板要求参加这场会议，所以为了你的安全，你也得来参加。柳如烟懒洋洋的说道。好家伙！ 咱俩到底谁说了算？你个臭娘们，你坑我！再见，我先走了。苏雨站起身来，倔强的说道：“再见，没有我保护你，小心被坏人抓走。”苏雨没理，继续走。你想清楚了，你现在正要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苏雨淡定的继续走。柳如烟，拜托，快来回坐着。高老板威胁过我，要我保护好你的安全。要是让他发现你没在我身边，他就要严毙我。柳如烟追过去，拉住苏雨的手，说道：“哼，臭娘们，你刚才那股劲呢、啊？” 苏雨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转身跟着柳如烟坐了回去，脸上还带着胜利者一般的微笑。行，欺负我是吧？你等着，我可是个很记仇的女人。柳如烟幽怨的坐在苏雨身边。很快，新生大会便开始了。正悠哉悠哉的坐在原地的苏雨，忽然在人群之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叶晨。瞬间，苏雨精神的坐了起来。卧槽，主角怎么在这？再往旁边一看，这个女人有点眼熟啊。虽然不确定是谁，但看样子…… 好像是主角的后宫之一，对，就是主角的后宫之一，名字叫姚思琪。一瞬间，苏雨恍然大悟，主角这是校园片开始了，有好戏看了。激动的苏雨开始拿出手机写日记。想不到校园片居然这么快就开始了的，真让人感到意外。嗯，我记得接下来的剧情是啥来着？哦，对，是主角跑去追一个叫李楠的女生，然后姚思琪吃醋，最后把两女都收了的故事。MD，这故事可太有意思，让我笑会。 我记得第一个爽点应该是在第一天军训吧，MD，这小说作者绝对是给叶晨装了柯南 buff。走呢，那死人就为了展现主角的医术。明天军训有个学生直接心脏病了，然后主角冷哼一声，直接出场给治好了。明天叶晨在那上课，我要准备点瓜子过去旁观，看主角装逼可太有意思了。哈哈，哈。丁，您的日记上传成功，获得奖励，视力强化十倍。一瞬间，苏雨感觉自己的眼睛就跟望远镜一样。这奖励。 麻烦以后多来点。随即，苏雨伸了伸懒腰，眼神不自觉的开始瞥向主角那边。自己还本来以为自己接下来要一直无聊下去的，想不到主角居然也来了，这下可有乐子看了。而坐在观众席上看完手里日记的姚思琪，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果然是自己的剧情开始了，而且这个叶晨在自己的剧情线里居然还是双开，有意思，真有意思。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小姐，完全将这件事当成了玩。不过日记很快又更新了几条出来，等等。 忽然想起来，在这期间主角的感情戏了，MD 笑死了！这姚思琪是个大小姐，比较任性，所以叶晨就打她 PG 教训她了，MD 她还被打上瘾了，哈哈哈哈哈后面还有故意犯错让主角打他 PG 的剧情，笑死我了呀！哈哈哈哈哈姚思琪后面还吃李楠的醋，哈哈哈哈！我最喜欢看女人吃醋了，哈哈哈哈哈！卧槽！姚思琪一个没忍住，直接一句粗口爆了出来，旁边的众人都被吓了一大跳。 现在的姚思琪真是气得头发都快爆炸了，自己的剧情居然会是这样，还 T M 被主角揍出感情来了，M D 自己没毛病吧？这里就是医科大学，自己要不要去找脑科的教授看看病？U，恶心了，自己绝对不能让这种剧情发生。姚思琪看了看自己身边的叶晨，眼神里满是戒备。他敢揍自己，自己就敢让他变姐妹。此刻的姚思琪再没有任何玩耍的心态，她只想保护好自己的 P G。而就在苏雨写完日记，准备玩玩手机。 度过这个无聊的新生大会的时候，忽然在他的旁边来了一群人坐了下来。苏雨随意的瞥了一眼，这一瞥可是出事了。只见楚梦瑶、张如月、夏雨雪都跑过来了，坐下了。苏雨<宇>，W W，你好啊！楚梦瑶大方的打了一个招呼说道：“你你好。”苏雨也略有些尴尬的回礼道：“我操，这什么情况？你们怎么也跑过来了？还有你，楚梦瑶，你这么敏感的人物出现在这里，真的合适吗？目前来看。” 表现最差的就是你，楚梦瑶，真想给你来个开除女主籍，留剧情内查看的处分了。你能不能有点第一女主的自觉？自觉的给我滚去主角那边坐着。你老是跑我这边来是几个意思？你让我反派怎么演？你让叶晨这个主角怎么演？怎么眼里只有楚梦瑶妹妹就没有我？张如月双手抱在胸前，傲然的看着苏雨。卧槽，老女人你怎么都来了？你多大了？你没点自觉吗？老女人，你也跑来上大学？ 苏雨感觉自己想吐槽都快忍不住了，张总，我这不是没注意到吗？哦，我来的时候你注意不到，你就注意得到梦瑶是吧？张如月微微一笑的说道。啊，这老女人故意为难我是吧？既然你这么喜欢梦瑶，那让她嫁给你怎么样？张如月说道。我才不！苏雨的拒绝差点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忽然一个机灵又给憋了回来。等等，自己现在是什么人设？是在求婚被打断之后直接原地黑化成灰的人设、啊？ 自己现在对楚梦瑶应该是一种，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情况？因爱生恨，还是因为求而不得产生出了一种变态的爱？靠，自己想不起来了，作者好像没写啊。怎么，你不同意？张如月的语气之中充满了挑逗。靠，这老女人给我下套呢？干，你今天是丝袜穿了几层啊？怎么一套又一套的？算了，反正作者也没写，自己干脆就随他去吧。正当苏雨准备随口答应的时候，他忽然注意到主角的目光正盯着这边。 哼，你不用挑逗我、啊，楚梦瑶，我会让你后悔拒绝我的。”苏雨冷冷的说道。众人，少爷又在犯什么神经病了？表演的欲望又遏制不住了是吧？”玉子幽撇撇嘴，哼，就冲自己这个演戏的敬业精神，自己都感动啊。”苏雨则是在一旁沾沾自喜，嗨嗨，说起来的话，咱们待会晚上出去吃点什么？眼看着情况不太对，柳如烟急忙跑出来打圆场的说道：“学校三号食堂的饭菜最不错，待会我带你们去吃。”柳如烟笑着说道。 好啊，好啊！众人急忙齐声的答应道，顿时气氛便没那么尴尬了。楚梦瑶也找了个地方坐得远了一点。老实说，按照剧情走的话，他现在和苏雨的关系还真是挺尴尬的。毕竟按照剧情，此时的他应该已经彻底的倒向了主角叶晨，所以不用考虑与苏雨的关系问题。可现在不是啊，这可就出问题了。大会继续无聊的开着，张如月则是坐在了苏雨的身旁。老实说，苏雨还是很好奇的，张如月。 为什么也会跑到这种地方来？他这个集团老总，那天不是几个亿的生意在谈，怎么有时间跑这地方来上大学、深造？不可能吧？他的履历需要来这里深造？哎，老嘿嘿，哎哎、张总，你到底是为什么来这里？苏雨看着张如月问道。他那一声老女人差点叫出口，得亏反应的快，收回来了。你父亲出事了？张如月收起微笑，脸色凝重的说道。一句话瞬间让苏雨也变了脸色。这个事情虽然自己多少有些察觉。 但也并没有多想，只当是和以前一样，在某个地方躲一会就可以出去了。可是这次张如月居然都这么说了，那看来问题可真就不一般了。很显然，张如月来这里绝对不是读大学的，她是过来避难的。江城医科大学虽然名义上是大学，但在暗地里，这是整个吴楚之地的一块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很多时候，外面斗得昏天黑地的大佬的子女就躲在这所大学里，甚至，外面可能斗得你死我活的两个大佬的女子，在这个大学里可能还意外的成了朋友。 所以，当苏良平让苏雨来这的时候，苏雨心里多少已经猜到了大概，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让张如月也要过来避难。看来这件事牵扯的范围之广泛，绝对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到底是什么事情，居然能有这么大的影响？苏雨的脸色凝重，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想，与之前的所有轮回的都不同，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显然，这件事是这次轮回中突发的一个巨大变量。而之前的轮回中，虽然每次轮回都不相同。 但没有那一次是像这一次一样的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具体是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也最好不要清楚。”张如月说道。苏雨点点头，表示明白。那种级别的战斗，自己不掺和是最好的。不过，自己来也就算了，张如月为什么也要来？以你现在的职位和能力，也只能旁观。苏雨笑了笑，问了一个自己早就知道答案的问题：“当然，这次是你父亲亲自动手的战斗，这级别根本不是我能掺和的。对了，说一句，我是你这边的人。” 张如月淡淡的说道。闻言，苏雨点了点头。这件事其实不用强调，他也多少猜到了。毕竟自己老子虽然权势滔天，但在安排自己去上班的时候，比落水集团好的企业也不是没有。但偏偏安排到落水集团，而且是张如月的手下，这就已经是透露出一些信息了。当然，在以前的轮回中，在叶晨逐渐成长之后，张如月便改换了门厅去跟叶晨了。但现在叶晨还没有成长起来，自己手里的那个公司都还没有喂给主角。张如月现在应该还站在自己这边。 当然，也不排除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可能，得防着点，别想太多了，安心的在这里待着吧。这次虽然困难，但你父亲应该可以摆平。”张如月笑着说道。“这我知道。”苏雨回答道。“放轻松点吧，不会有什么事的。”话说，重回校园，要不要再谈一场校园恋爱？”张如月挑逗的问道。“和谁？和你吗？”苏雨随意的接下话茬问道。他笃定老女人不敢接。啊！”张如月一愣。 好家伙，敢反呛自己了！他印象中苏雨还是那个喜欢在自己手底下摸鱼偷懒的小年轻。你可以啊，敢呛我！张如月心里好胜心被勾出来了。行啊，地点约在那。张如月微微一笑的答应道：“来啊，谁怕谁？臭弟弟，老娘还怕了你不成？”而面对老女人的答应，苏雨也多少吃了一惊。好啊，你还真敢答应啊！自己也就是随口一说。行，来吧，老女人，谁怕谁？虽然你是主角的女人。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你应该还没有成为主角的女人，暂时也不会有你的剧情。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反正我都从你手下辞职了，谁怕谁？你定。苏雨大手一挥的说道：“我就不行，老女人你还敢接招？我把皮球踢给你，看你怎么说。”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卧槽，老女人这是和苏雨杠上了还是咋的？我定。那明天中午十二点来科技楼下面。哼，老娘赌一手，你绝对不敢答应。 老处男，卧槽！你还真敢啊，老女人！苏雨一下也上头了，那个争强好胜的欲望一下就遏制不住了。没问题，苏雨毫不犹豫的就直接答应了。来啊，咱们谁怕谁？谁先怂谁孙子！真答应了，众人看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大家都不知道这里两人说的好好的，怎么就忽然杠上了？我当年还上学的时候没谈恋爱，多少也算有点遗憾。张如月赤红着脸硬抗的说道，他这句话倒是说的是实话。哦呼！ 那你可要小心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号称浪里白条，苏雨吹牛的说道。众人，呵呵，不会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处男吧？不会吧？不会吧？而就在两个人还要继续杠下去的时候，大会结束了，全体起来开始鼓掌。这一下打断了两个人的抬杠，于是也跟着起身开始鼓掌。散会之后，众人各自回到了各自的房间。而说来也是巧了，张如月、夏雨雪、楚梦瑶、苏雨他们还都互相住在隔壁。完了，玉子悠。 明天我怎么办？去还是不去？一会到房间里，苏雨忍不住的开始哀嚎了。他现在就是后悔，非常的后悔，当时怎么就和老女人忽然杠上了？现在这是去还是不去啊？谁让你搁那抬杠？玉子幽幽怨的看了一眼苏雨，不知道这是您的私人感情，我一概无权干涉。玉子幽的回答冷冰冰的，那就去嘛。这个张如月虽然年过三十了，但要钱有钱，要颜有钱，你要能哄得她开心了，说不定还能来个软饭硬吃。 柳如烟看热闹不嫌事大，在一旁拱火的说道：“我需要吃软饭。”苏雨淡淡的说道。而另一边，回到自己房间的张如月一把捂住了自己的脸，自己都干了什么？老牛吃嫩草，怎么忽然就和苏雨杠上了？怎么办？难道真要去？柳如烟，艾特张如月，明天约会打算去那？滑稽。张如月，微笑。发完消息，张如月随手将手机丢在一边，然后将自己丢在了床上了。唉，也不知道公司怎么样了。 不过业务暂时因为一些原因都停了，自己也确实没啥事可以做啊，好烦！自己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还能和他杠起来？自己明明都没约过会，现在答应了怎么办？真要去吗？张如月下意识的怂了。对于没有干过的事情，人总会下意识的产生抗拒心理。可是如果不去的话，一种挫败的屈辱感又涌上了他的心头。不行，自己不能先认怂。从小他就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所以才能在被家族普遍不看好并放弃培养的情况下，一路走到现在。 看着镜子里自己这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张如月咬了咬牙，去就去，谁怕谁？自己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路干到现在的位置，拿下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破孩，还不是手到擒来？说干就干，张如月开始在柜子里翻找自己的衣服。忽然，一件蓝色的 J.K. 服掉了出来。这个，看着眼前的 J.K. 服，张如月不禁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迷恋 cos 的那段时光。一转眼，自己都已经三十了呀，真的已经是个老女人了啊！ 以前的时间原来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啊！感觉喜欢感慨时光也是上了年纪的一个表现啊。自己要是这两年都把自己嫁不出去，是不是真的要一辈子单身主义了？可恶！要是以前谈个恋爱就好了，也不至于现在这么狼狈。嗯，让我先来查一查如何谈恋爱。随即，张如月打开莆田搜索，输入一行字：男女如何第一次约会。另一边，躺在沙发上的苏雨内心很是纠结。靠！自己怎么就跟老女人杠起来了？要不…… 自己现在去找老女人认个错吧，这样想着的苏雨打开了张如月的微信。哎妈，不行不行，这要是给老女人第一次头，自己简直都无法想象以后老女人得嚣张成什么样子。苏雨光是想一下老女人那用居高临下的姿态看自己的样子，都差点原地爆炸。去就去，谁怕谁？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约会，这是谁怂谁孙子的战斗。嗨嗨，就是叶辰，这个俗话说得好，做人要大度，况且你们俩也还没啥关系，你就大度一点好了。 放心去追李楠和姚思琪吧，玉子优，把我那件蓝色套衣洗一下，我明天穿。说罢，苏雨转身走进了洗澡间。哈，玉子优愣了一下，那套蓝色的衣服，自己没记错的话，是少爷最喜欢的衣服吧？你明天要穿这一身衣服去。少爷，玉子优看着自己手里的蓝色套衣，心情很是复杂。次日，科技楼下，一宿没睡的张如月拖着疲惫的眼圈来到了楼下。昨天晚上，他恶补了一大堆的恋爱知识。 相信一定能在接下来的这场战斗中占据主动，必须要让苏雨先认怂。一想到这，张如月立刻来了精神。再看周围，苏雨还没有来，张如月忍不住的皱了皱眉头。按照自己总结的第三条准则，第一次约会就迟到的，多半是渣男 p 不爱的体现。忽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发现正是苏雨。你迟到十分钟了。张如月看了一眼手机，说道：“这是他从网上学到的，先声夺人，掌握主动权。呃”啊，咱们不是对门吗？ 你出门的时候喊我一下不就行了？苏雨问道。啊、呃，怎么办？该怎么回答？张如月一下就迷茫了。昨天好像没学到该怎么应对这种问题啊。算了，咱们先去哪？苏雨问道。哦哦，先先去电影院吧。张如月随口说道。M D，自己怎么被苏雨给牵着鼻子走了？干，看这个。苏雨指着《复仇者联盟二》问道。嗯，自己这个时候应该作何反应？ 根据自己总结的第五准则，约会看电影的时候应当注意区分，对方是真的想要来看电影，还是另有所图。如果是真的想要来看电影，他会自己挑选战斗类型的电影观看，这种属于铁直男，建议分手。如果将选择权全部交给你，则说明他必然另有所图，一缕当渣男处理。哼，从这一条准则来分析，这家伙铁直男了，还不是被自己随意拿捏？自己就等着他先认怂吧。张如月的嘴角微微翘起，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性动作。 每当他感觉自己快要赢的时候，就会露出这样的笑容。很快，两个人拿着票走进了放映厅，而在两个人的身后又跟着三个戴着墨镜的人。来三张电影票。柳如烟走上前去说道：“好的，您稍等。”随即，售票员给了三张票。三个人拿着票便跟了进去。电影院里人很少，三个人悄悄地藏在后面。此时，电影逐渐开始序幕，伴随着一片废墟和一个男生的旁白，大片的既视感开始徐徐拉开。嗯，按照自己总结的第六条。 电影院是最考验一个人人品的地方，特别是人少的放映厅，想要做点什么可太容易了。现在就是考验苏雨人品的时候了。张如月的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话说自己上次找他看电影好像都没有这么紧张吧？为什么这次就感觉哪里都不对劲？忽然，苏雨缓缓的凑到了他的耳边：“来了，来了，到了要见证人品的时候了。”他果然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话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要怎么自卫？大声呼叫吗？或者报警？或者？ 先顺从，再智取。不管了，只要他敢有一点不轨之举，自己完全就可以利用这个作为击败他的手段。张如月脸色赤红的想到，同时他的心脏也砰砰砰的跳个不停。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他的心里还是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的拳头禁不住的攥紧了自己的背包。在后面一直都在观察的三个人的此刻也根本没有看电影的心情，都在盯着这两个人。而苏雨的低语也随之而来：“刚才的电影票六十块钱，麻烦转个账。”张如月。